各位观众、各位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21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第三阶段的比赛。那么，第三阶段今天是第三天了。我们今天有请到了中国国家围棋队的总教练于斌九段，和我们一起啊，在演播室关注这场非常重要的对局。于老您好，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对，于老，那这个今届本届的农心杯现在进行到这个阶段，已经是我们昨天说第一个赛点，今天是第二个赛点了。是是是，擂台赛它有这个偶然性，从就是后面的那个手擂的，它经常有这么翻盘的可能性。还有像翻当盘年，的可能当性。年那个李昌镐，干过很多次。是。我们好像我就那个谢赫做过一次，有一有一届次，三连哎，胜。最后的时候他3连胜，对，好，那于老，今天是中午1点钟的北京时间开始比赛，我们一起先到现场看一下。第21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赛最后阶段第12局比赛现在开始。这是国家队领队华学明老师宣布比赛开始。今天由范廷钰九段呢是登场攻擂，这个范廷钰大家非常熟悉了哈。范廷钰在农心杯这个赛制上面啊，应该说现在是最有望超越李昌镐的一位棋手对，也是擂台英雄哈。他的不光是胜局，而且是胜率也非常高。对。他应该有2次连胜的记录。今年我们在排出场先锋的时候啊，有点就觉得，如果再拍他的话，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啊。他先 锋太强了是吧？老6连胜、7连胜的，对，范廷钰，我们知道18届、20届是2次7连胜，在之前还有一次3连胜。是3连胜那次我印象很深。他第四盘跟江东润的棋也是必胜的棋，拿到黑棋又厚又空又多，对。如果那盘要过去，他当时就不止3连胜了。所以，这范廷钰在这个先锋的位置，我觉得他这个势头非常的勇猛啊，这个7连胜就很有可能一杆对，到底了，是吧？是，我们也当时就是我们的棋手的风格来说啊，我们相对来说觉得范廷钰比较稳，比较稳呢，他的相对来说呢，他对日本棋手呢，我们都感觉他胜率会相对高，所以呢，他适合做先锋。因为他做先锋呢，先锋的时候跟日本棋手的概率比较大。到后面啊，到后面上，比如说他现在上，他其实是碰不到日本棋手了啊。所以我前们，面先把该赢的棋拿下，是吧？相对他对日本棋手的胜率感觉高，然后完了呢，他概率对上日本棋手概率高，所以呢，我们使他还做先锋。像今年我们派那个杨鼎新啊，对，也是感觉除了范廷钰，相对来说杨鼎新也是这种风格比较稳是的，比吧？较稳的棋那果然，那看来这个策略还是比较奏效的啊。杨鼎新登场以后也是7连胜。你看这个赛场，哎呀，我这布置了好多吃的啊，那 我看很多网个，友开玩笑说看饿了现在比赛就大家仔细看，就这个场景已经成为常态了，就是呢，连线两方，一人对着一台电脑，围棋还好可以这么比啊，有些比赛疫情期间就不好办了，这也是棋牌项目的一个优势，是吧？我们可以利用网络来进行对局。好，那我们就我看先棋。进入棋局，因为比赛是中午1点开始的，我们先追上它的进度。范廷钰拆先是黑棋，是。刚才看了那个直播，好像那个拆先的画面也没有。原来我们直播的时候经常有双方拆先的画面。抓子是用在棋盘上，那因为因这个，为是网络对局，所以，我估计是他电脑给抽的，就说大家开始抽签就抽了。这盘棋应该也是，就是说先后手是靠拆先的，要拆先，是的，每擂局台棋赛都的是特重点。新拆先，不过拆到黑棋呢，不是那么吃亏，因为这个比赛是采用的韩国规则，六目半，贴六目半的，对。贴六目半，所以，虽反正，然只有一目棋的差别啊，但对高手来说，这个心理上，不仅心理上，其实棋上内容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一区目别。还是非常重要是的，是的。好，双方2连新开局，接下来，
黑棋，反正点三三，点三三，这没有四个星位，我觉得总会出现点三三。原来我们讲棋的时候，对这个点三三还有评判一阵，嗯，现在看来就跟正常定式一样，定式一样，咱们就不要对挂角还是点三三还是，嗯，我觉得都很正常了，是吧？这点三三，我感觉比挂角还多，嗯，点三三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必要，嗯，我们看他实战啊，嗯，下的比较简明，跟着。那个昨天那棋又出了一个米氏飞刀啊，对，昨天，是的，在米玉婷就弄出米玉在米玉婷本尊面前啊，这个下了一个米氏飞刀，嗯，也是一个米氏飞刀的新型，他是米玉婷自己下出来，他下了一个二的一个小尖，对。那正常就是如果正常退一个是比较正常的，对，飞一个就又是米氏飞刀了，嗯，啊，飞，点三三，一人一个，我现在是觉得点三三比那挂角还要多，就这步棋它是跳的，长了之后，嗯，这边是小飞，那边上边白棋是选择了跳。跳现在也很常见，跳呢相对来说呢要马上呢就是要补，嗯，因为争子如果这个争子能争掉的话，是，这个是这样的定型是白棋不行的，就断这个。假如这个只能争掉的话，现在看看这个争子应该争不掉，或者它有很好的引争，所以是不敢动了。对，暂时是争不掉的，如果能争掉的话，也就是有争子问题呢，跳完这个以后呢，马上要补。如果有争子问题，是不是就不能跳了，如果被争掉就不能跳，就不能跳啊，就白棋争子不利的时候不要跳，不能跳啊，不能跳。现在是争子有利，所以可以跳。争子有利啊，当然不能说绝对啊，就是假设有好的引争也没关系啊，是那样。但跳完以后呢，要补这个形状呢。其就是说相对来说我们就把这两个定式都摆上，假设这样啊，黑棋这个尖呢没那么着急，这个尖呢就相对着急，但是有得有失，我觉得正常如果双方都走成这样的话，应该喜欢这个形状人多一点，不然你何必冒那个风险呢？是的，哎，这个形状看起来比较相似，是吧？都是小尖，都需要花一手，像这个需要，这个迟早这个尖也是要点，是啊，但是白棋来说，这个白棋这个尖呢，稍微要紧一点啊，嗯，要紧的，因为随时一争执不利就不行了。这个尖呢，可以等到稍微这半边都定型完了以后，对，然后再尖，比那个小尖稍微可以稍微缓一点啊，一点，当然也是很大的一手棋，嗯嗯，然后可能还有别的一些变化，我们也不展开讲了，比如说黑棋可以。冲了搬这个搬二路啊，也有呢压这个的下法，嗯，这里面有很多，因为这个跳的缘故有很多的分支变化，对，现在都成为必修课了，我们的必修课在这就不讲了，是包括这个三三的基本定式啊，跳好，那我们看他实战，黑棋在黑棋小飞暂时脱先了，守了一个角，白棋呢马上补一个啊，这个时候如果黑棋马上尖这个的话，我觉得喜欢这个的多一点，白棋会更满意一些，黑棋多半是强，对，对，它是拆在这儿，我看看拆这里吧，拆过来一路，对，嗯，拆过来，这两个，这两个拆是不是都有？都有，里面可能。跟那个变化，跟这边这个子的位置啊，跟这边的定型变化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搬了，靠在这儿。如果这样的话，也许近一点好，可以相对来说防备白棋这个手段，冲了打出来以后，我们摆一下吗？可以摆一下，冲可以摆断，嗯，打滚刀以后。打刺接住，嗯，这都是比较必然的，嗯，接上，这个时候如果像这样的话，这个子可能比这个子要好，如果进了一路，这个三个子是已经按照现在电脑的有定论，就是说如果在这黑棋是不能跳这个的，白棋不能跳在这就可以跳，
可以背下来，在对叉、哦、是吗？高一点，高一路就高一路可以跳，只有在这一路不能跳。哦，在这都可以跳，可以跳的话，这场就不是太厉害了。是，嗯，所以如果在这儿。这个时候黑棋可能不一定会选这个定式、嗯、只要黑棋一站这个就要注意黑白棋有防这个可能性、哦、这都是套路啊、嗯、这很多套路了但是呢进了呢虽然那个什么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黑白棋其实相对来说可以看作这个地方是虎这个子是稳有的这基本上先手对、嗯、先手呢这个子稍微近了一点、嗯从人家从这边反夹的时候厉害一些哦、各有利弊、各有利弊、嗯、总之呢走了这儿也不担心白棋的这叉二啊对这个叉二有点太窄了、哎、不怕它不怕它叉二所以只是担心呢搬了靠但搬了靠呢黑棋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他可能会冲了叫吃在这儿这样我觉得是这样就如果你靠断嗯我这不从这里打吃了我就吃这里、嗯、是吧对哎吃这里然后就要吃这个断吃可能这样的对杀可能是这样、嗯、啊这就是另外一个复杂变化了啊尝出来对这就是另外一场战斗了 就现在高手们需要了解的变化还是很多的是吧很多新型有要不断的学习 我也是只能说是也是重新学习了嗯就是说如果黑棋在这里一家反而有搬了靠如果没有的话搬了靠的手段黑棋是单吃这个的接上长队嗯这个图黑的就不错如果这边有子有一个子反而黑棋不好是吗就是只要有子就黑棋不可能选这个图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子效率不高啊不管子效的问题在哪子效率都不高、嗯所以这时候只要黑棋在这有子了白棋这个一下法黑就把黑棋这个下法废掉了但是黑棋当然有别的下法对嗯也就是说现在如果像这个棋型黑棋呢是不会在这一代补的它一定是选择另外一个就像这样以后将来它的形状是要飞起来往上飞不会在这个地方下棋这个比较微妙微妙总之呢我们现在总结这俩招都有看个人爱好所以这盘棋呢下来这稍微远一路啊看起来好像一路之差没想到里面还有这么多的门道看高兴涵这个加在哪里都有的在他是加的在高位对这边不一样这边形状略有不同这边上边的话可能白棋的棋形要比黑棋要更完整一些它黑棋还缺一个还缺一手黑棋接下一手是要尖起来的嗯然后黑棋实在是飞飞对、嗯、这个飞我也挺我实在是刚开始是不太理解但是我只是跟 AI 学习啊嗯相对来说如果这样的形状呢 AI 不建议飞这样的形状好像都是靠的形状对它就不建议飞、嗯、要走呢也走着对下步留着靠但是他很不建议飞但是这样的形状呢他老建议飞他们死背书了吧就是有没有什么道理呢除了呢这个死记硬背以外以后去背嘛他认为这个形啊就是在这儿的嗯要不直接走要不呢我走个形状以后呢我未来还有一个搭有一个搭嗯在这样的形状呢就因为没有了呢就直接走到而且他未来走的贴一个这个为什么要飞我不怕我要不要这个形状要被可能被点难受或点了这难受如果这样的点呢可能贴一个这形状比、那个、稍微要好一些我觉得可能是比这个要好可能是要好一些因为它贴在这儿的话将来挤了长是吧可能是这样可能是在 AI 的眼里认为这样的形状呢更好一些有点微妙区别这里面我们原来呢就说出头就不管这边怎么样了、嗯、但其实这个形两个形状大家背书的时候别到时候忘了注意这微妙的区别对要有这种感觉啊这个是这样的形状尖那是可以飞的这样的形状呢就很少看到飞好实战飞然后白棋是从这儿走这步棋是实际上是我们
没 AI 的时候老下的。对，这个二五清分、是吧？经常的看到。嗯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啊，切到了这个对局室。于老，你看这次农新杯转播也是首次，这个国际大赛通过视频转播呈现在电视机面前。他现在直播。直播。录播可能比赛有过，啊。啊，就是在这个直播的情况，不在起步直播间没有，他现在就在直播间下。对，是说这个疫情期间啊，这种网络对局，网络对局很多，网络对局很多，但是在电视直播室直播没有，是，这是第一次。嗯，他掉这个二五清分，二五清分，现在也变化很大。原来呢，靠的时候我们长的，嗯。现在呢，长少 ，AI 批判的就是说这个长有点亏是吧？宁可脱先啊，宁可脱先。哎，你补一个，他对补这个不是太重视，但是他保留袜的可能性。对，而且很多场合他是直接就袜，就他比原来我们觉得亏的定式，他觉得不亏，就是这个定式啊，已经这样的一个老定式下法完全一样，一点变化都没有。AI 时代包括什么都没有变化，我们可以分三类，原来比如日本人。统治时代啊，就这个定式。后来韩国人对这个定式重新进行了定义，也还是这样的定式。然后现在 AI 时代呢，还是这么下，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呢，对好坏呢的判断呢，就是反复了。原来，最早呢，就是日本就说是个定式，两分定式是吧？就定式就这么说。后来呢，经过韩国那个他们一些高手的分析呢，首个分析啊，直接分析以后呢，他们定了一个理论，正常情况你亏，黑白棋亏，白棋少亏，哎，所以他就不挖了，藏一个，因为这个首个的效率不高。那他可能觉得黑棋这个角实地比较大，是吧？哎，不光这一句话，他对于里面的每一个子的分析后面的作用都是有一整串的，不是一句话科学的分析，科学的分析了以后，对他认为那个，而且呢，以实力证明了，就是说，因为当时他们实力强，从胜率来证明，哎，然后就隐隐的危机就很少有袜了。你回顾20年前，就是我们那下棋年代，长是远远多于袜，是他的基础理论，就这个定式呢，是虽然是定式下法一样，但是呢是黑的好，但现在呢。又反转了。AI 给原来日本的定式老定式平反了。哎，他说这个长不好，宁可留着，有时候是可以挖。哎呀，这个就是不断的这个理念被更新啊。实际上这个丁也是 AI 推崇。总之呢，就是这靠完以后，他都不走有一个挖，确实是有点，因为他这边有很多的先手，比如说他尖冲这个，他随时挖你是。不肯说了，对，哎，所以而且补呢又效率，他认为不是太高，对，所以黑棋现在靠和这个丁可能还是丁好多一点。是在 AI 时代，我们发现这个 AI 的棋更多的是注重一些就是子效上面的分析，而且它的下法特别的灵活，经常在脱先。然后呢，黑棋白棋走这个，这样黑棋逼这个，这下到这都很正常。对，好像都是占大场啊。这里面有个力量的问题，就是要一般来说呢，黑棋就赶快跳一个，哎，我下步方位你也跳一个，你先走掉。对，这么大家都从中央跳，这个，是吧？可以说麻木不仁，一人跳一个嘛，是正常的关招。但是你如果脱先呢，你得有计算。担心什么？就是主要脱先，因为黑棋白棋这个是先手，这个尖，这个定型基本上是稳的，搬了一会儿。这也看作是白棋的一个权利啊。对对对，你打吃完挤一个。看到这个形状啊，实际上你要确保他来这个的时候你是不怕。对。哎，你如果这也就是说黑棋脱先，他明确告诉你，我不怕你这个。那么呢，你来，那我留着呢，我指不定还有一些，我如果这两个没交换，那么我有可能有别的一些先手。是啊，我宁可保留。他这么也不怕，所以这个不是盲目跳，可能是一个是平时要积累。我像这种一个小时的棋，去花时间算这个，怕不怕？啊，这一个变化要真的把它算清的话，可能一半时间就已经算进去了。我估计平常。有那个积累，就是是的、是的，这两个之间跟这边的形状啊，嗯，是经常能碰到的，它
可能是碰到过以后已经计算过了，嗯，有积累了，所以黑棋是脱先的。黑棋脱先吗？我们可以相信一下范老板啊。黑棋加一个，这很正常。对，这个拆尖逼啊，嗯，很大。黑棋等于白棋飞了，飞，这也是跟那个先，这个，原来这个先手，哎，这个基本先手，不然要跨段是吧？嗯，所以黑棋补一手，一正常。黑白棋有了这个以后呢，就靠，嗯，这都很正常的一个思想，也是在整理自己的棋形是吧？嗯，白棋先走先压可能会有问题，先压的话黑棋有挖，不飞先挖，嗯，不飞先压的话就有一挖啊。哎，那我打完再飞可不可以？打完再飞，他因为底下过了，他就没必要补一个了。哦，不去那边贴了。哎，嗯嗯，如果是这样，或者这样的话，他底下过了，哦，过了以后他没有必要防这个断口了。对，可能要生变了。嗯，所以先飞。嗯，然后黑棋贴一个，白棋压，黑棋白，这个形状是白棋也是有自己的节奏啊。啊，嗯，有这样。嗯，这样哎，这个正好也防住断口了。对，嗯。不过这样吧，黑棋也是也有收获，这个实地实际收获对吧？有实际上的收获。他拐一个，这清零，这拐来以后呢，正常我觉得这有招抢先手，不抢先手的话，要我对这个形状来说啊，我是想挡一个的。啊，花一手棋挡一下。嗯，挡完以后，这个不愿意拐了，和你想断。将来要断断的话，黑棋也是从二路打，是的，只能从二路打。对，你要从这儿打的话，我从这儿拐一下，我这边就好多先手。啊，那这个被借用太多了。这样拐掉有点不舍得，有可能从这尖冲或者从这断。是不是拐一手有一点俗的感觉。如果挡完以后，这拐就有点俗了。但是他拐完他就不挡了。啊，所以从那个棋那上面，因为你要如果脱先，他黑棋要贴起来。对，所以呢，从进程来说呢，我看到这步棋的时候呢，我以为啊，白棋要对他进行这颗子进行攻击。不过后来看他也没出什么招，所以他也就跳了一个，跟小范先走是一样的。也许经过计算之后改变主意。这个我没问过 AI， 我搞不清楚。我总觉得这既然争了先手，这地方交换掉攻过来，不知道有没有成立。想要走得强一些是吧？啊，这里倒是死也不可能死，但是呢，我起码看到啊，这样的棋，嗯，飞的时候他冲完，嗯，他是不敢拐这个的。拐完我就算退，我就可以连扳或者那个什么把它吃掉，所以它只有扳这个，单扳这个保留这边冲下来。单扳，但我可以贴到这个，但是判断不好判断。这样的形呢，黑棋也是可以打一个虎，对，也能出头，是吧？对，黑棋是能出头。但白棋这边就形状整理活棋，然后大家一起出去，嗯，在围棋上实际上计算花一部分时间。嗯，这个判断也很重要，很重要。判断其实很重要，判断你要真的实战的时候判断吧，实际上你也不一定判断的准。所以还是要看积累，平时积累。哎，平时积累有空的时候要多那个什么。现在有 AI 了嘛，你有空把这个形状其实问一下 AI， 马上就知道了。所以于老，我记得您以前就经常说，这个有了 AI 以后，大家这个训练的效率是大大提高了，是吧？以前很多棋形可能需要你下上百盘来判断它这个。像就刚才我摆了一个形状，或者我计算的时候，实际上我很快就算到我白棋不用再攻击是可以做到这个，就是贴下来把你这个拦一下了。对。但是我要花很多时间想建立自己的模型，这样的形状到底白棋好不好？对，要去验证它，对吧？现在很简单了，现在也不需要验证，棋形输入到 AI 里边，它会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数字，用功哎，积累就好了。对，那时候需要计算，要这个记忆力比较好。嗯，实在呢，白棋没有出这个招，对，它还是比较就是正常哎，很稳的跳了一个，跟黑棋先跳是一样的，还原了。嗯，黑棋刚才先跳，其实也能跳到。不，朴廷桓，我最近看他就是这次农心杯的这几盘棋，他都是前半盘下的比较稳。啊。阵，跳完之后阵头。这跳完阵头，对，黑棋呢，这时候尖一个，
迟来的春终于来了，刚才说的这一手棋还是很大的啊，可以晚一点，但今天大概估计也差不多了就现在这个时候也该煎了啊。这两个你真的做也不好做，但是把这个头翘起来以后呢，这还多一条路。对啊，如果你要拦断这些路的话，我交换便宜了，是先把自己脚跟站稳。嗯，这是也许这两个子没这两个帅，但是也不错。嗯，也不错。然后这个是刚才一直说的，这是白棋的权力啊，棋也要看时机，什么时候，现在差不多什么时候交换是吧？对，你如果在玩真对杀的时候出这个时候也不一定是我。没错没错，你要是这边跟生死有关的话，这个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他也是现在找准时机问一下。这基本上要打吃，还是要打的，这个，还是打，这个，主要现在他黑棋先动手好像也没有明显的好点，这手棋不但打跟双方死活有关系，对，太大了。这个打吃急锁还是要打上去。接下来白棋要发力了，白棋进攻，白棋先刺。所以像这样点三三以后，就对杀的时候经常忽略这个地方有个子儿。就这里面如果靠得太近的话就有危险。对。所以刚才他有像三尖加还是四尖加，你是可以跟个人的爱好。对。实战点刺了，点是想把他点中。对，现在就是要进攻。如果是接上的话，我估计他跳这个。封住这条路啊，先把你点中是吧？先把黑棋点中，然后那你黑棋不知道，然后你如果拐了或者尖飞出去，你都不敢靠啊，它可以飞出去，飞不知道有没有间断啊？对，直接这么间断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它也厉害的，再接近从那边走，再接近。总之，如果黑棋接呢，这个笨重的形状，它跳这个，所以这个形状黑棋是压了一个。对，压你如果退，黑棋再接上，这个时候等于这两个交换到，你如果跳这个，这可以靠出去。刚才如果这样，你再拐这个的时候，那就拐不到了。这个，对，他一定拐不到了，这个子就变得很轻了。这压也是一种常用的那个，就是，节奏是吧？节奏啊，就我们叫自孤的一个办法吧。对对对，像这种对手攻的时候，攻击的时候，一次不要轻易的随手就粘上。想一想能不能反击，冲挡住，这必须得挡住，拐还去拐，对，这个地方其实压的时候，我觉得黑棋是要算这个的，这个有一点，对，双方都有一点难度的，就是如果简单走别的，白棋就飞过了，但到底怎么样不知道，或者打拔，飞过或打拔过还打拔，打拔也不错，这个，冲过来呢，冲过来就堵住，这打拔也是不错的。哦，是吗？打拔，但是能不能把拔它打上去？咱们的眼光眼光看看就好了。你是打上去，你可以立，对，可以立。那立嘛就稍微软一点了，软一点了，稍微差一点。是不是跟飞过哪个好？飞过，不过这边可能还是想打，紧凑一些。但是被白棋过，我感觉黑棋就有点没意思了，有点空是吧？剩下两块孤棋都他通了呀。对，他说，所以白黑棋是要主度的，主度要防他断。你如果简单这个，他要断，所以是很想就这也随便走一个，比如说实战就是尖利虎过去，这个是黑棋比较理想的形状。对。把先手把它阻住了，这个虎也是自身也比较有弹性是吧？比如老将来还有这种扳啊做眼的这种可能。你要打我就跟你打劫，万一外面真是有一力可以滚死你哦，比如说我有尖了连扳，你就只能扳这个是，对，反正这是黑棋的理想图，这是对白棋应该不会这么听话。对，实战他是扳这个扳的，对，这种力就有点松，它是扳。扳它就是说你还虎到它还是能过。它就是过和断吧，它必须要有一个。那么黑棋可能也只能挡。对。如果断这个也不一定管用。有时候这个断是形状。它断现在还有一个是可以藏，第二个就算打完断跟实战也是一样。对。单场单场也过了，白棋也过了。单场有可能有单场。有单场。所以就算他打了再断这个跟实战一样，所以他也不能接这个，所以扳呢就基本上就是一本道了，转换打吃，他打吃有没有可能
打劫，打劫没劫财是吧？这如果能打到这儿是最好，能不能打到这儿？打到这儿这个冲，我觉得不是劫财。嗯，这个黑棋哈，眼见就只有这一个劫财了。对，但如果接的话呢，双方可能都轻，冲可能得硬。这样提，现在在这样这可能是劫财。对，但在白棋也有劫财。黑棋就算打赢黑棋，白棋这个这是劫财，因为黑棋本身打赢不怎么赚。和这个粘和这个打就差别很大，差是吧？这个黑棋要消劫的话，对，双方都受不了，这个劫消起来都很大，接着就双方都没什么意思。对，这个一下清了很多，黑棋打赢就没什么，像这里冲肯定劫的，不知道这要数劫财。嗯，实际上呢，黑棋是接上了，黑棋接上，接上。这样子感觉上接上黑棋也行，黑棋活了，对，形成一个转换啊。嗯，这个打拔，哦，他单退，他单退的，他为什么不打上来？打他提，打他是怕黑棋活在这边是吧？不，那个也是活，可以活在这边。他就说在这样的形状，他宁可这样啊，这两下不交换，不两下，因为你提，如果提掉的话，他好可以。搬吧，他是不是可以这样？现在也可以搬，但是现在走完以后，这搬也是可以搬的，也可以搬啊、嗯哦。你如果接上，这搬没有什么办法。嗯，有可能点不可能。他可以打。不，这样的形状，这样，嗯，跟这个交换掉比。这里面有一点凶，他就这俩不愿意交换，这样呢，将来可以单打这个，对，点也行，打吃也行，还有什么办法？立个是不是还不活呢？对，单立。单立活是活的。单立不打呢？打提一个先手挤了，靠这个能活。啊、哦，这么活，那就。嗯嗯，也就是说好像有搜刮的可能。哎，就是这里面白棋这块要厚一点。对，这起码这两个是先手。对，那下得很细啊。他可能这会哦，可能是这样，他这没打，这可能出乎意料。下得比较细腻。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单退有点，我们说有点妖。这步第一感总是打上来的，他这个一退是一个、啊、有点盲点啊。嗯。一般不会。没有想到，他腰，但是我觉得黑棋还是想先手活啊。对啊，这先爬，先爬到。搬完搬这个这是没问题的，这两手、哦。对他上面先打一下，这是他的权利。这是权利，这打一下也不见便宜，被断到这儿的时候，跟单退比差不多。然后呢，这个这样如果搬掉，为什么不搬呢？有直接点吗？点没关系，点可以提，点提的也没关系，也活了。这个应该能搬到，除非活到这儿。嗯，也没多大意思，就接上，就这样。是觉得，这样子黑棋可以脱先是吧？这样黑棋先手了。这样黑棋先手，黑棋争取一个先手。但是，于老，如果刚才按照刚才的那个下法，就是你得靠这个挤了力，靠挤还好啊，还好啊。那么白棋这一带有先手了？哎，对，这个先手，这个也先手，但是你两边只能用一边，这个还好啊，也跟他比，就是你可能这要哦这样提之后，你还得立，先立，立完以后打吃、走提一个先手，嗯，然后挤了做活，嗯，但也是先手啊，那毕竟他是一个先手是吧？啊、嗯。虽然是被搜刮了，有点。实战他为什么落了一后手？有点不舒服，但是我不知道我死活算的对不对。我觉得死活对啊。如果说刚才是照这个我们的计算的话，嗯、是吧？嗯。那他这一手棋，他现在实战是在这儿刮了一手棋，值不值？价值可能还是有一点的。值得不值得？但是在脚上吧，这个还是先手要紧。先手，我觉得先手要紧。这样可以白棋把这断了，回家啊！这两个手交换还好了，也没有别的可以用的。好，我们还是去
追上他的进程，于老。啊，五十七。五十七段。五十八。暂时，反正这手棋暂时是觉得可以考虑来。我要我就要我下，肯定想先手，然后再天上走一样。一会儿看有没有机会来问一下这个范老板啊。嗯，然后黑棋挂角了，这回没点三三。嗯。嗯，这主要是点三三啊。点三三，下后半盘点三三就有危险，为什么呢？因为白棋有两边可以挡完连扳取角，我觉得白棋会挡这边，因为这半边没有什么意思，对，让人家拔一个没关系，所以点三三反而是要趁早，到晚了以后啊，对方的选择比较多，对，最好是空角的时候是吧？左右两边都空的时候，扳，尖顶，尖顶，这个取地。哎呀，黑棋现在爬过。哎，没有，他是跳。啊，那是六十五，看错了，中央哪跳了一个。跳他打吃。这两手交换掉。他觉得交换掉吧？他觉得交换掉就可以了，是吧？嗯，这不知道。啊，然后爬过。交换了。交换了一下，爬过。嗯，总体来说，如果控够的话，黑棋比较简明走掉。嗯。如果控不够的话，这个是有点想保留的心情。这其实没多大目数，目数其实因为它这块已经厚了，嗯，这边也是厚的，对，我对这手棋也比较喜欢。要我走的话啊，我宁可走这个，就这因为这块太厚了，这也能解决这块棋的孤棋问题，紧接着还能搬粘收瓜。我觉得黑棋要我觉得也。宁可，因为而且这个爬呢，还有一个作用，可能是灭这块的眼位。对，但是这块太厚了，这边已经非常厚了，也就是这个爬是纯粹是一点目数，解决这块活棋，自己走后，把这一块走后，嗯，这一块也没有任何关系啊，嗯，所以我觉得，那你同样地比这个大，我也解决了这块棋的后拔问题，对，而且这一手棋还对这个角加了点三三构成威胁，在这边对杀的时候可能。有关系，就同样的一手棋，看画在哪个方向。总之呢，我从那个五十七开始，我有点对黑棋觉得缓了一点。黑棋怎么范廷钰啊，缓了一点。他先是这个先手活他不活，然后对这个六十五爬过，反正我觉得是不肯爬过。看实战他爬过。这个范廷钰和朴廷桓九段，我觉得两位也是。很有缘啊，对，在很多比赛上，而且特别大赛上，我印象最深就是我带范廷钰去新加坡，应试杯，那时候的范廷钰可能就十六岁，很小。那个应试杯当时跨年对吧？对啊、从2012年下到2013年，对，2013年年初那次，对，他就范廷钰是96年出生，当时也就不到就进决赛时候不到16岁。啊，对吧？反正是那种 很年轻，对，在新加坡那时候没有一个人看好的情况下，最后范廷钰3-1赢了。是是是，当时也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啊！因为朴廷桓当时在韩国好像已经是，这个呼声很高了，这个实力非常强。嗯，朴廷桓有几次跟我们冠军对决，当时我都历历在目啊。嗯，如果那几次。他赢下来的话，那我们现在中韩的形势是完全不一样，就是跟范廷钰一战也非常关键，感觉上好像当时是他领先。那个天王山之战是吧？还有一次跟唐伟兴，对，那而且是那个是那盘棋最后一盘了，嗯，我们都看着没招了，那个唐伟兴啊，嗯，唐伟兴后来腰弄在里面送断一个，那个应试杯那盘。我印象特别深刻，最后居然翻盘了，所以于老说起来，你看韩国这么几代，这个韩国围棋领军人物啊，李昌镐九段，李世石九段，后来现在到朴廷桓，再到申真谞，好像到朴廷桓的时候，感觉就，这种统治力明显是有所下降。就韩国经常是就是就像那个单传啊，单传弟子一个，但是传到那个从李昌镐传到李世石还挺矫健的。还对，到朴廷桓其实还是很强，他的战斗力也是非常强，各种成绩非常好。对，但是你看特别围甲成绩啊什么成绩，但是呢，
在刚才我说的几个番旗对决中，世界比赛当中，世界比赛就冠亚军对决，对，而且是番旗的过程中明显有所这那几下下降。不管，我觉得运气在我们这也好，特别是就范廷钰那一战，当时范廷钰才16岁的时候，在番旗的时候把那个朴廷桓给3-1拿下，是5番旗啊。对。啊，那个时候那个朴廷桓已经是成名已久了。嗯。啊，2013年的时候。对，朴廷桓比范廷钰大3岁。嗯。那次应世杯之后，他们两位呢又在这个农心杯上。嗯，就是两次这个小范7连胜之后都碰到了范廷的朴廷桓，对，结果呢在农心杯上是两次都是朴廷桓获胜了，阻击了这个小范的连胜，所以这一次呢，这次两个人好像算交换了一下位置，因为现在这个朴廷桓是属于擂主啊，嗯，小范是先登场是攻擂的，嗯，咱们继续看。对，这一届看看会是什么样一个故事。嗯，我现在白棋打路，我还是对这步爬过实在是有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有点缓是吗？是不是不判断他是比较乐观啊？现在没必要啊，在这盘地又不大，因为相对白棋黑棋来说，起码搬虎或者立了搬粘先手，这就是石栏木棋。嗯，跟这块死活一点关系没有。跟这块死活一点关系没有，对，太厚了，所以这是为了十几目棋解决一个同样的问题，没什么意思，解决一个孤棋问题，因为我可以用别的方式嘛。嗯，啊，实战呢，它是飞，对，这边有一个爬，嗯，这个爬，白棋靠，跳，跳，嗯，这地方冲击它的，对，瞄着你这个，这个断点，它要补。黑棋原来跳到这个爬后手，不然这样两个形状比较帅。是吧？但是他可能是怕，难道怕后手吗？怕他立在这儿。好的，立这是先手，一立就是。所以当时还是还要起步，为什么不先搬掉啊？是啊，这一立，这为什么不可能走？不舍得走掉？现在不好理解为什么在这挡一个。这个挡那个，因为这个挡。有时候挺大，因为跟这块死活有关系，这块棋非常厚，这样的跳就是16、17目棋的样子，那么就没必要，肯定还是虎这个打，这个挡我比较疑惑。像实战的这个形状，他跳这个是后手，所以只要跳了这样，跳了这样呢，人家就要稍微问你一下了，这你要尖在这对外面好，但这有一飞，所以他尖在这，尖在这白棋总是白来的先来两下，这是他的先手便宜一下啊。嗯，交换两手之后，现在是爬一个，嗯，爬一个，他不愿意退一个，嗯，退的他担心白棋马上搬粘，捞木，嗯，他先立，立白棋叫反击，如果搬起来挡住的话，他退或者跳一个搬粘就问题解决了，嗯，搬。这里又突然出现了一个战斗，他退一个楼落，却不退的话，不是挡住他有点三三。对啊，他点挡是不是有点怕？这也是一个定型。这个贴基本上是先手，就是这样是一个定型，就挤过搬。嗯，也黑棋也不见得好，这个、挤过是吧？这个是常用的一个定型，就要吃这个一场。这个嗯，这也是可以，但是呢，这盘棋来说呢。我的判断，这盘棋因为这个头啊也在这儿了，嗯，应该是就是比地的一盘棋了，收官是吧？哎，就是实地棋，就是实地。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央真的白棋啊围控不太可能，但是白棋因为这么厚，也不容易被攻，双方中央好像都不太好围，对，是所以呢是脚步的实地更为关键一点，嗯，所以白棋不愿意等于在这种地方走，他就宁可。退一个就实地更好一点。他分析这个棋局肯定是一个最后收官细棋的格局是吧？就是。所以现在他把能抢到木都尽量的占为己有。但这盘可能现在后半盘啊，就下到现在的格局，他认为就是可以下一些不常用的招，更实惠。等于相当于刚才那棋，相当于接的招，对吧？厚一点。嗯。但是。
他宁可捞一点实地，他不愿意再走了，这冲断他也不怕。对，就他想下法更实惠。嗯，更实惠，不给黑棋活棋。嗯，嗯，我们现在已经是同步了啊，跟实战同步。啊、这形状来说，冲断了时候是白棋必须吃里面的，冲断了必须吃里面。就是说，这个冲断的时候是，对，它要粘的话，一长气比气是黑棋快一气，黑棋快一气。我们看一下，这里要是断白棋、不能粘，不能粘的。这一长对杀慢一气，对，所以但是这外面有打吃，对，所以黑棋呢解决这个问题呢是有可能，所以黑棋可能想的是搬，这地方可能要计算了，计算掉。如果白棋长，那黑棋获得接线手的干哈呢？就立刻冲断。但我不知道连扳会怎么样。哎，他已经，他没有连扳，他远一路，他是飞在这里。他扳难道真的是怕反扳？我不知道，刚才我没算清这个怎么、到底怎么样。怕反扳吗？这个压压不到了。压肯定哦，你下不打掉再压。哎，你说的对。不敢，不怕反扳，怕什么？怕吃的炸。他是点跳了，对，跳了这么远了一路，比较轻灵啊，比较轻灵飘逸。其实围棋啊，我有一个感悟啊，现在 AI 时代以后啊，这个时候的胜负反而是关键，因为你没有办法准备中盘的胜负，就下到你八十，像现在这个像这个局面。都是全新的，你必须靠自己的那个本能对效率的感悟去下。前面你很多都可以背啊，比如说前五十手是吧？如果这个记忆力非常好的话，你就死记硬背，能背个差不离。但是到这个中盘，进入中盘以后，你不停的下，不停的背，很难去背。很多前半盘其实现在你要占到便宜很难。哎，现在你像这一招或者这一招，到底差真的是你。你不可能准备到现在的形状，所以这个 AI 出来以后，对有一些就是原本这个布局不是很强的棋手，是一个利好消息，是吧？啊，一下把这个短板补上去了。嗯，现在开局我觉得你很难也。原来我那时候研究啊，就是下棋复盘主要关注两面，一面呢是后半盘，就是最后十几目的收缩。哎，这个很重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前半盘，前半盘你准备好以后呢，你可以省时间，又可以想办法，让人家中套。那时候我们说有车有套路，哎，但是现在你要靠前面让人家中套是比较难的了。是，现在大家对这个变化都是非常熟悉。黑棋飞完以后是压，哎呀，这个是判断题了。因为黑棋这地方有冲断，对，所以你黑棋其实可以这么说，这虎是绝对先手，这个冲断以后可以把这个抱死，对，所以他认为我不动暂时是封不断的，他也是想保留一下这边的变化，点可以冲，先冲这个点不怕，就是这个不动，他反而现在白棋是分不断的，白棋可能形状反而是压一下，对，一手棋不干净，压一下挺帅的，黑不能接，还只能虎这个再扳一下，我觉得这形状黑棋很难受啊。哎，白棋亮招了，白棋真能跳啊，对，这个跳很跳，猴王一冲吗？这个跳如果成立的话，哎，但是刚贴这个，我贴这个，我觉得已经很舒服了。他竟然对他对，如果这个跳成立的话，就挺严厉的。我看看他一冲什么情况。冲现在白棋还可以反悔，他如果盯着这反悔，效率也还可以。这样子你只能这么连回来啊。对，但冲的话，他打吃先手再一冲，那赌的就是命了。我觉得这样会吗？不，我就从范老板的那个表现，他不至于这个算不清。我这白棋有点，白棋有没有必要下得这么狠？这个要计算，有时候是需要那什么，
哇，因为黑棋也有点危险，这个就一下子变得非常紧迫了。就是我总觉得黑棋危机，黑棋在这地方爬一个是，我是反正不管是白棋并还是什么，黑棋在我觉得问题手，一个是这地方挡了一个，一个这俩爬了一个，这两步棋我对范体育的那个我是持反对态度。这个爬的怎么，因为下来这边对差就好多，如果这个只下这个是啊、嗯，而且这个价值我觉得比这个大，本身价值就比这边大。嗯，不知道朴廷，我却担心这个对差。我是算不清了，直接冲过来啊！直接冲过来就这个一下子激战了。黑棋单啊，单击单击他也可以这样，要不冲，冲完冲，哦，他也冲完冲，啊，冲他会不会断？就刚才这样一样一样吧，这样冲这个有没有可能？对，想冲。不给他补的机会，对，那挡住，挡住是叫吃，那只能这样，不能被他吃上，叫吃断吃，嗯，对，嗯，双黑棋死，大概是黑棋死，但转换怎么样？这样子好像是也只能打八是吧？只能打八，接着先手，嗯，走活，这倒是还算一个转换。现在看这个子要在这儿好很多。嗯，就在刚才那样对杀也可以。对。啊，但这样黑棋白棋算了。哦，算了。啊、嗯、啊，他还没有走这个。没有这个走极端的下法。刚才用我这个病，实在他用了病。他觉得还是。不是。见好就收了，白棋这里没有下。刚才呢是一种计算的方式。就是直线计算，像这个病呢，我觉得他走了一种判断的方式，他肯定这半边的首歌他分析了。对，从分析来看，我感觉黑的是要亏了。你看这个形状，等于这样的棋，黑棋起码亏了一手棋。嗯，亏了，我的这一手棋亏，白棋没有形状不好，黑棋亏了一手。嗯，就这样的形，这个形状本身。白棋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等于黑棋现在立了一个，这俩很正常，但你在这挤了一个，落了一个后手，你说三目，你说是四五目，三目，你说三四目棋，这个地方挺了一招，嗯，现在黑棋很危险，黑棋特别像这都已经亏手了，你这地方下了一步没有意义的棋，当时再补一个也行啊，就立了补一个，这手棋不走，然后这两个是见合的。现在看看实战，没有什么变化，这黑棋必须跑回来，黑棋没有办法，只能连，只能连，只能连，也很无奈啊，只能单关连了。差不多，单关就是刚才我说为什么我现在去分析那个朴廷桓，那个刚才动了一首歌呢？就朴廷桓他可以不必花时间去计算刚才那个，对，他只要在刚才这个首歌，比如说花点时间，把他首歌形成，我这正到接近一手棋，那么我这棋就非常好下嘛。对，联络了，飞起来。嗯，对，随便走一个吧。这白棋好像感觉调子很不错。嗯，黑棋这地方栽了一手，总是不好办。嗯。哎，这一代，这一代范老板肯定会感觉到，对，很不舒服，非常不舒服，不舒服，不知道还有多少胜率。嗯。啊，这朴廷桓九段也是。这个逆境之中啊、嗯、现在连胜，之前连胜两盘了，赢了景山、嗯、昨天赢了小米、嗯、是吧、嗯、在这个重压之下突然是开始发力了。这个擂台赛啊，他当时很有意思的，他这个赛制啊，就是你前面连胜，嗯，比如说杨鼎新七连胜，嗯，但是最后一个主将呢，实际上他最多赢五盘就冠军了，他不需要赢到七盘。像那个这次的朴廷桓，嗯，
他只要赢五盘就够了。已经算好了是吧？对啊，后面只剩下五人了。对啊，我们是中国四个人，日本一个主将，对吧？对对对，他赢五盘就够了。历史上这个农心杯，历史上好像李昌镐九段有一次是五连胜，就在主将位置五连胜，有一年主将五连胜。嗯，那跟这如果跟那个朴正桓如果达成的话，有点。对，我印象中好像第六届吧。啊、嗯。当时韩国不是前六届是六连冠吗？嗯，所以这个比赛他这个主将相对重要，是这个道理。你后面他赢了盘数，到最后的时候就少赢，就他只要主将最后占最后一个人，他只要五盘就肯定冠军了。嗯、但你先锋你九连胜也不见得冠军。九连胜，九连胜不会冠军。如果你第一个出场是吧啊，你九连胜，最后一个上来跟你五个人赢就好了。他一最后一个来的主将只要五盘就够了。对，主将这个含金量还是更大一些。嗯，目前呢，我觉得纸的效率呢，从这半边肯定黑棋亏了。嗯，黑棋亏了，好在这盘棋呢，我觉得就转入比地了。比地了呢，白棋这个后呢，肯定也是没啥用了。对，没啥用了。黑棋这个亏手棋呢，这步棋好坏也有你说过四五目棋，乐观的想是吧？也是有一定价值的。能不能还能继续收一收？嗯，如果开局在这的话，棋肯定是不行了。在这么慢的挤了一个，不过我们这个农心杯赛它一小时也算是个准快棋啊、嗯、这个还是有很多变数的，我们可以对范老板再寄予更多的希望。煎一个，煎一个是要这个是引针啊。嗯，引针黑棋白棋要不要跑，要不要防引针，这倒是也有一定麻的地方，因为这个提是有用的。如果这种这个时候白棋啊这种扛的话，未来这还有扳了连扳。对，有扳了连扳。如果提呢，这边这底下就安全了，但外面拆的、嗯、这时候也确实是考验，考一下，考验一下要不要这么扛，这么扛还有一扳呢。本形是我们这看到这步棋，我们想起来，日本前辈老说要本形，本形是提掉，提掉这半面力干净是吧、嗯？还有一种呢，我们能想的就可能是把这个跳出来，有半线位，因为黑棋快死了。对，但这个跑出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就不知道。跑出来以后，白棋现在这个力是先手。嗯。活棋没问题，就这要跑立一个，他可能不舍得立，肯定是个时机更大一些，就打完一退，嗯，好像这地方可能提能收刮一下，白棋活是没问题、嗯、没问题是吧，这个还先手，嗯，这样先手活没问题，甚至胆大一点，这手棋不补，先攻这个。啊、哦，只有这么狠啊！啊，有可能。那、所以现在范廷钰这个引针要看朴廷桓要不要提这两个了。嗯。哎，从这个时间上来看，好像朴廷桓九段这考虑超过一分钟了，是吧？现在是几点了？现在是2:58。2:58，正常是肯定是有一方进入读秒了。正常是有一方进入读秒、对，另一方应该也快读秒了。嗯，看他这个，看这个，我看一眼，胜率是看时间来说，好像朴廷桓还没有进入读秒，是好像胜率白棋还有90啊。对，这个显示的。哇，你眼睛好，看见了。嗯，黑棋肯定这一串是有问题的。这一串从这个挡开始，从结果来看，爬对和这一方的战斗，这三个黑棋都有点下的不是太好。这盘棋范廷钰发挥不是太好。是是，嗯，就像您说的，这两步这个节奏怎么突然感觉的，嗯，是吧？这个挡突然放慢了，本来先手嘛，你走掉，然后这个爬更不可思议，嗯、这个明显是外面大，为什么爬？而且黑棋这根铁一样厚，这块铁一样厚，白棋这个铁一样厚，这就是一点地。对，
从胜率上来看，现在是白棋形势还是很乐观的。我们现在中国还没后面还有两位棋手是吧？对，柯洁和谢尔豪。正常，明天应该是谢尔豪。如果明天还有的比赛的话，是吧？这个现在画面上朴廷桓，他怎么没戴眼？他不戴眼镜吗？是不是做了什么戴隐形眼镜？看他不习惯啊。他那面前以往是戴着眼镜，不是他那面前怎么没那么多吃的呀、喝的呀？啊，刚才画面在是吧？在我看一看。范廷钰很正常，戴着眼镜。这个农心的这个农心辛拉面还是很受欢迎的啊。好啊，他是单提。单提提了吗？提子了，提了两个。提了以后，下一步翻这个可就严厉，黑棋的官子也没收到。对，这一般索性妥协了。现在就轮到范廷钰思考了。对，棋过很大。于老，要不然我们现在稍作休息。稍作休息，因为现在正好也是趁范廷钰思考的期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回来。有异性。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的，欢迎回来。那刚才这个上半场说到现在是现在提这个提一个，对，白棋提一个。提一个呢，将来这个扳官子就对就很严厉了，也很厚啊。这一提之后，不过这地方花了一手以后呢，这两块就变成对攻了。对攻了，我们眼见的呢可以这样，我觉得啊，就叫吃提。教师是应该要提，如果要提的话，我不知道冲扳，白棋接，黑棋冲掉，底下冲完跳完打完，全是先手，跳，是否还可以单跳？显得有文化，还不知道。反正这次我，冲完这个比较清楚啊。然后就打吃先手，对，打吃先手，这只能粘上。这样的话，黑棋等于已经有个眼了，这顶先手。白棋一个眼没有，一只眼。白棋一个眼有一只眼了吧？一只眼了，铁眼就顶掉就一只眼，就打吃先手加进去有个眼。这是有一只眼，那不走，不走更安全，一个眼，不走一个眼，那个没有一只眼，这样有一只眼没问题。白棋这一。白棋没眼，但是白棋肯定是靠连了，也不靠做眼了。对，对，估计这样呢，双方大概黑棋跳一个，因为底下有个眼，这样跳一个先手，就是比地了嘛。安全的还都安全，这是可以看到的一个定型。比地就是还是一盘这个功夫棋啊，还是要最后收官。我觉得黑棋这样跳完，赶快把这挤过算了。挤过是这个目数比较大是吧？就是比地了，还这版面可能有点低，剩下的就是。就是实地战术了。实战它长，单场它有文化，它没拐吃。这个要比一比官子了。有没有用不知道。那以后打不着了。我看现在他是。现在已经打完之后直接点。可能打这个也打不着，打他可能要贴这个。我怀疑。有可能。有可能的。这样白棋把自己走好，是不是形势他觉得已经不错了。他实战单顶。等于顶这个的时候，拐这个拐他要虎这个了。虎这个就刚才那些一串动作做不到。做不到呢，小范是用点的。他先点。白棋粘上。白棋粘上，他点不到便不便宜。如果是现在吃这个的话，应该是后手，不然的话也达到刚才的效果了。但他挡的这是先手好像。一挡这一立是吧？还欠一个立。先手主主，所以黑棋这不能动，不能动，拐刺也是后手。黑棋现在点完是不是还是想对白棋整体？整体有这两个在外面已经没关系了，也就跳一下。大概黑棋走不成刚才那个图，底下的木没那么好，它还有力，就告一段落了。黑棋然后哪个大我不知道。这个挤了长还是大，我觉得。但这代
要定型吗？先不定型吗？没问题，双方都没问题。黑棋做活肯定没问题，跳这地方搬了，这地方有个眼，嗯，外面跳还能跳。现在哪个大的比大小的问题了？他先拐了一手，拐是先手啊？他先拐，我看看啊，拐为什么是先手？拐不知道，下一步可能飞这个嘛，这有挖了搬，就是你如果不走的话，这样倒是有用，再一挖，嗯，这个是有用的。如果你吼呢，那你是比较容易死的。啊，这先手是，但是可以白棋跳到外面，对，他可以补到外边。这个。补在外面嘛，大家拉倒了，黑棋不走了，黑棋随时可以这两手，但谁大不知道，随时可以接，这是活的。嗯，将来要活是打吃这里，是吗？啊、接这个啊，一接这个我扳断嘛，啊、然后一叫这个、啊、是有五七活那里，对对对，黑棋就已经有活的，这外面嘛，到底有多少价值？本来等于可以跳成这样，留一个后门。中央可也许大家都没地，嗯，这步棋好坏有一点点地，但这外面有多少地我搞不清。正常可以白棋外面跳，双方死活也没多大关系。嗯，现在我觉得这个挤了长最大，挤了长，但是这边一扳也很烦恼，这一扳只好脱先了的，要开始收控了。嗯，需要脱先是死的活的呀？啊，白棋黑棋脱先吗？力可以交持在这，力，嗯，大概脱先是活的，就这黑棋白棋是硬腿，这个粘是先手，是吧？嗯，这个也先手，搬就跳一个，嗯，那还是这个打，这个到下步还有打劫的可能性，后面这个搬粘就非常大，嗯，黑棋，嗯，白棋先跳。白棋打吃到了，哦，那是白棋，黑棋，白棋先跳的。对，他拐的时候白棋跳，然后交换了一手。那就我的理解就是他还是要想围中央控的，先把这块棋灭死，因为这俩交换以后可以，他担心交换不到。嗯。但是从目来说，我觉得立在这里啊，立在这要是打到劫。对，的关系也不大，倒是这个力感觉这个冲了挤了以后接先手，那个黑棋这个这一下黑棋地还是回来一点啊。但是现在黑棋是不是要花手棋补了？有可能把接掉，不走的话把这个不走死也不会死的话，会可能可以把可能会攻的被攻的比较惨，可以接掉啊，先接一手，对，嗯。这样子也确保一只眼，不，确保一只眼没有眼，我不可能去提那个。但是这样后手一只眼、啊，但是也来不及，是吧？对，这样黑就是说白棋在走的时候，黑棋可能要靠这一类的，那这一块就围控了，就是这块围控概率大、嗯。现在黑棋我觉得接掉好一点，那就先打，白接的先打将、啊，打吃一手。打一下是没意思，总得再搬一下看看要。我就是打将吧，也没用。这地方，底下总是没眼啊。对。现在黑棋哪个大的问题？嗯。中间不走，可能是被攻，但是也有心情去抢一手，是吧？我觉得这个大，上面几个抢一个，这个要接掉。不接掉被提的、嗯、这个好坏有半个眼，这地方黑白棋补不能补的，没有用啊，这个补的，那他就挽回来好了、嗯、对啊，就是补的不能挤在这种地方，你只、嗯、没有关系的，这机会是将来说为什么不接掉呢？啊，接掉唯一的亏损就是这本来比如说这样有挖的，比如先靠这个的时候，也有可能靠有这个，有可能有一点点是吧、嗯？气的原因啊、嗯，有气，它好像也关系不大。就白棋不走的话，黑棋是有气的问题、嗯。现在已经有跳了，我觉得把这个接掉算了。接掉把这俩藏了，白棋接黑棋做活是没问题的，然后就是比控了。哎呀，咱们现在挂大棋盘也真的是没办法。
就是安安稳稳的点目，也只能经常这样接掉。哎，范老板的神情哈，嗯，哎，怎么露出神秘的微笑？这个有点无奈感觉。我们啊，还是看他现在专注力的问题，看看比赛的时候的专注力也很重要的。专注力的话，我觉得棋手其实大多数还是就下棋时候是非常投入的，很专注的。就应该都是比较强的。对。但是有时候我这个经验啊，嗯，形势不好了。专注力倒挺强，形势好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松，就是想点别的事儿。那是我看他们有时候聊天说，嗯，哎呀，这个盘棋为什么输，说我主要是下到中间我就开始想晚上吃什么的问题。你一定是形势好的，形势好的时候，然后呢你等形势不好了，这盘棋输掉以后啊，你回想我在那个时候多想一会儿就好了，到后来形势不好了你多想也没用了。对，就这就是这样。但是当时你形势好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专注度就不够了。对对对，难免会有一些这个松懈哈。嗯嗯，那个范老板是做活了一个，不知道他怎么判断的形势。哎，对，画了一手棋做活。这手有五六目棋，而且呢，从此就解放了，解放了。也是一种战略，于老，我觉得。他这个不光是五目棋的问题，同时把白棋啊，就白棋这一排的子都没有了。嗯。就是如果白棋一接，黑棋在这靠着做活的话，白棋会在这找一排子儿。嗯，这一排子跟围这边空有关系，所以他这个是，但是现在因为这边有大厂，我搞不清楚，这边飞起来这手棋相当的大，飞或者尖，我觉得飞起来是最后的一块。哎，他是搬在这个一路，搬这个大，这个，搬这个，对对对，这个也很大。搬这个和这个哪个大我不知道，所以说你倒是范老板这招也很犀利，就索性我就叫吃一个，这两个哪个大你来选吧，交给你了。啊，刚才我还正好选了那个，这个搬好像黑棋只有头衔了，硬也不好硬了，局部是活的吧，我这个对死活还是有点不放心。应该是活的吧，黑杀还是必须立啊，不立是不可能的，立我就挡住好了，是吧？算是挤了猴是活棋，哎，啊，哦，活棋，活棋，活棋。如果走那边，这家有没有？假如补在这儿，加一个没有，没有用，没有，对，它能长，挡住。没有关系，活棋，活棋的话没问题。那就这个，这你手也没多少目，不能再守了吧？那肯定走这个吧。他这要不要冲？嗯，不冲的话，黑白棋有可能要两目棋，反正多爬一下无所谓的时候，嗯，有可能冲掉算了。哎，他是脱先了，但是他是走中间，中间是，哎，对，白棋其实中间围一手也挺大的。不是，这个中间肯定是还是别让他，他认为你不走，我要干掉你。干掉哪里啊？就两块干掉一个。是吗？这还能干掉？这边飞是不是下步飞？这个有可能先手啊，再灭一手，有希望啊。这时候是不是先手对这个来说，咱们看一眼。哦，哎，那还是范老板还是有想法的。不，那下面这边这些都是大场，对，他可能对这个下法冲了板接，他就搬粘，这搬粘也非常大。不过于老，您刚才走完这个再走一手啊，才有是吧？这时候尖有没有可能杀？就是，所以还是。今天这个在这靠了一个有连扳嘛？哦，白棋脱先了，真脱先抢一个。对，白棋尖了。白棋不怕呀，哎，那白棋黑棋真的来跟你拼了呢？不知道，见一个，它很厚，你要杀不掉，中间谁也没目。对，它主要太厚了。其实这走棋没必要，再走双方都围不是什么目，这个是走边上是最安全，以后再慢慢来。难道你这攻到一下以后，他这边有招啊？我也不知道下哪下张。就是这边有先手，这里能分段吗？这边靠了。连扳肯定断掉了，靠了连扳，嗯，他从啊靠连扳上，那我就我靠了虎掉再连扳，那不好意思，嗯，靠了这，靠着他扳了这，嗯，断是能断，好，他我们也不用想了，他是白棋太厚了，太厚了，主要是这棋，我就有点毛躁了，这时候。
他后像你这样棋走完就已经不是拨目的问题，你经常是副作用。这个看起来比较严厉，但是黑棋自身的联络，这是如果是形势彻底不好了，可能就我已经算不清，我判断不清，我就只寄希望与不明的事情吧，就希望能呢。但是就我付出这些代价我不管，因为这步棋的位置来说很不好，因为白棋如果一小飞，你必须冲断它。嗯。但是因为我形势不好，我也不讲效率了，我先张牙舞爪攻了再说。对。但是黑棋我就不知道，看看第一，黑棋如果真的走内能不能收，不能收的话，也许这是个机会。那从他的这个招法来说，我觉得，他判断收地可能不太对，不乐观，所以也是拼搏了胜负手。反正现在都读秒了嘛，是吧？这个一分钟之内要落子，看看有没有这个乱中取胜的机会。嗯，这个子的效率就不对，这扳断长的长线的后手，长的后手。白令环九段也是下的落子很快，这也得断了，这到这地步了。黑棋这两下是先主要是白棋太厚了，一点借运都没有。不就是黑棋只要杀不掉，你这棋子的效率就是有问题，反而成为负担了。现在很可能攻出后手来。现在攻出后手要是被这个再围住，那就不好意思说了。就是我就说现在如果吃不掉的话，是不是就已经？那应该这个不必须有撑过下去，不然的话你的子的位置都是不对的。嗯。下了黑棋下了这步以后，107下完以后，那得有这个必须有成果了，不然你107那个子就是负担的。嗯，但是也破了一些中间的空。中间其实没什么空，中间你就从110那个方向慢慢自己围一点做，没什么空。当时黑棋如果把这个冲了打了长过来的话，中间是围不上空的。嗯，花一手接我，白棋等于已经脱先抢了一手这个很大的一个大关子。嗯，我喜欢的104和108两个，我分不清哪个大，但是这俩都被白棋拿去了。如果再吃一后手，被白棋再把那个围住，那我们就不谈了。嗯，您说是扳和上面这个尖啊，这俩都被白棋拿去了。完了以后，你现在的攻要是没成果，还有，假如攻没成果，很有可能是落后手。本来是一人一个，对吧？嗯、本来是一人一个，但是。非常非常容易。这个调停环是说两个都要。现在其实理论说像这样就是孤注一掷。哎呦，这一穿这太难了。没冲了，这还能看，这没什么好看的。这两边必须杀一边，分段是必须的。对黑来说，应该这一带有先手的。这一带有先，这个能退，他就在压。只能退吧。只能退就只能在压。搬被搬过来也。就分段以后往这跑，能不能杀？这地方也没走着一下，黑棋白棋现在有可能把这些先捞挺，也是可以考虑的，就把这个捞挺。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他尖了这，有可能就有可能都防住，也有可能太厚了，他有可能啥事都能干。这要计算了。这是个，嗯，这个如果挡，他就断掉，嗯，是吧？对，靠哪里我也不知道，跳。跳完一挖是不是像是手筋的样子？也跳，哎，那就转换了。嗯，这还算有点成果。这个退了战呢，这个就哎靠，不管你怎么靠，白棋接肯定是先手。嗯，往外跳是没问题。嗯，跳然后黑棋，哎，如果他要从这个夹缝里出去的话，我觉得。还是黑棋有点机会了，没什么机会。他哇打了，比如这个扳断先手跳，你从这攻你自己不连，自己也有点太厚了。在这种地方，只要黑棋蹭过去，白棋只要一蹭过去，黑棋子的效率就是很有问题。现在我认为，哎，他现在没有冲啊，我认为这个走了另外一条路啊。从棋上的感觉来说，应该黑棋靠在这里啊，黑棋肯定是没把握，没把握呢。就不知道白棋有没有把握，就是黑棋肯定是已经是没有把握，就是形势不好。对，但凡有机会战斗，我就战斗。我看了点那个希望就战斗，应该是这种感觉。不过有时候呢，这个形势不利的时候啊，嗯，真的就放松放手一搏。对，放手一搏。有的时候可能哎
反而会有转机啊。那我们看吧，看看波看看有没有从如果这些黑棋白棋的选挡上还是退，挡如果退的话白棋黑棋可能冲断，黑棋这边拐刺先手可以延一棋，这样冲断。哎呀，就对着棋盘上下吧，希望能挡出稻草来。嗯，他也没有冲，这个棋他是小尖的。吃四个就够了是吧？哎，这四个能吃掉的应该还是挺好的。嗯，不知道够不够。几碗顶住，我觉得不够吃的是。您说是挤这个？嗯，先挤，挤得着吗？挤得着，挤完顶住。这是我们简单投降主义啊！投降主义，你我挖也行，无所谓，长我也不要了，就这样的球，我换回这个先手。这个打我就打，然后把这个围住。哎，那黑棋。黑棋就吃了八目啊，还这还有一个点数过了，这半边全围上。对，这也是一个判断的。但对白棋来说得考验你，我们投降主义是有一招，但是能不能拼我也不知道。我们白棋是顶住了，单顶就挤是挤不着了，跟刚才意思一样，不挤着也无所谓是吧？单顶我就冲。黑棋往前冲，冲的话，刚才我先挤是怕这个现在再挤就挤不着了，挤它是接到这儿了。对，就这个子和这个子的区别，这个两个子它是挖，挖已经成立了。对，它是挖。哦，对，可以。哈哈，那黑白棋没现在挤能挤吗？挤如果粘还原是吧？粘还原，他除非粘在粘在这儿，粘在他打着一下，其实也差不多还原了。他只要打着一下，虽然在拐着，虽然就这两个字转换关系不太大。嗯，你说现在可以挤啊？他不肯。嗯，他单长的。哎，那就是他计算准确，不像我这投降主义，这个全部来这个有点乱了。不乱了，不乱了，接上了。这个时候你再接这个，这下没几道就差别很大了。嗯，所以白棋肯定要接上。嗯，接上冲啊！如果赌命，到底谁赢啊？冲完搬吗？看看。假如断了这气上呢？断啊！他妈挡住。嗯。有没有希望发大财的？有可能啊！哎，这个有点乱了。哦，他直接冲，那就已经一本道了。一本道，哎，嗯，这个现在有没有这个胜率显示啊？是不是有机会了？不打这个，有机会了吧？打得着吗？打都不见打得着。对，就是这么进行的，现在还没断。咱们算不清了，但是刚才哦，因为一分钟，双方肯定都读秒，肯定都读秒了，都读秒了，都读秒了。现在就是。四刀见红了，现在哎，黑棋没断，那也意思一样，为什么不断呢？为什么？断成立啊！这一段能吃掉的话，收获很大呀。啊、他这地方打了，这拐是先手是吧？哪个拐？就是看上去这拐要是先手就完全不一样了。哦，这拐不知道是不是先手。这下没打他，这拐要先手，黑棋就勉强的战斗了。这个拐不知道是不是先手。现在范廷义是虎的，嗯，总之呢，月亮也好，对吧？月亮也好，对，哎，月亮也好，反正你看不清就。我觉得现在还可以，有些有点乱了，哎，反正比刚才要乱很多了。看清都是我不行，哎，大家都看不清都行。那刚才断不见得对，但因为他打了接着先手的话，这范廷义这步虎有可能也对。范廷虎完这个贴，基本上还是先手，嗯，这块棋还有数。这个棋我觉得刚才
范廷那个谁朴廷桓采取我的策略，把这个挤掉，把这个弃掉。对，他是有机会这个转身的，是吧？把这个简化局面，但是他选择的是一个跟你正面作战。拐还真先手。对啊，他这个拐先手，力拐是先手，拐先手差别好大啊、哦！嗯，这一拐。白棋也是黑棋死撑了。黑棋的战斗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挡下来以后，这是后手了。那将来再打？再打是靠一个特别怪异的那个金鸡独立。我给大家摆一下啊。好的。那个这样挡在这里面。嗯。打吃接上。点的话，海岸一人升级，它可以挡在这边。哎，这个是。金鸡独立，能看清楚吗？哎，这个一路不好摆了。哎，这样爬回来一挡，金鸡独立。但是黑白棋这个粘是先手，一路粘是先手。那过不来，我搬一下就。这你挡个后手了，那你不是你吃我，我就办法多了。外面再走一手，白棋外面还有危险。嗯。所以这个就记住这个挡，如果侯到了以后，你原来的那个对杀就没有了。对。哎，如果没有侯到，刚才这个图是不一样。没有侯到是这样。白棋一般，对，嗯，所以这个范廷钰这波侯也是很拼的。侯的时候，现在白棋先断，嗯，现在先断一手。哦，他这个单断也很妖。这个也只能吃在这里了。他再立麻你一下。那我，但他单拐你一下，哎呦，这真是大妖。哦。对啊，他这个拐一下你。那我也只能忍了。不一定啊、冷只能哎，不一定能冷。如果接呢，退呢？那我就接。那这个将来再长，他做眼是吗？你挡到这儿，将来再长。做眼、啊。这个做眼，立即气势黑棋还可以。但是做眼他爬到双活肯定有。这个好复杂呀。反正拐一下，他就想麻你一下，要不要？他也可能打一将，他没坏处。对，是不是妖怪拐一下不知道，咱们就看着他先打的将，打完将算中央的形状，中央形状现在是真的不好算。如果说我们假设我们先看外面啊，估计这时候朴廷桓也在算，如果扳住，我打完扳住，假设打掉，这个是咱们先粗俗的啊，打完扳。他拐吃，黑棋白棋这个长先手就已经彻底完了，已经一起干了。也就这个不能是先手，这个确实是后手是吧？如果退，这个对这个长，那黑棋白棋要是这样，可以断的接着一个也没用。现在再看看这样。也就是说，如果白棋把这个接到，有用吗？接到这样的气，一二三四，好，黑棋有四。都贴一下还先手哎？啊？就贴一下先手。哦，那就又长一气。贴一下先手，再拐到这。又长一气的话，那应该白的黑的气长，拐完就侯了家。你要打掉我都快两气了，就也就是说你走我就算接一个我也快一气，外面四，拐我不能接，拐呢？这边没气是吧？对吧？这边肯定没气，没气。还拐这种先手，这个总挡住了。嗯。然后拐，如果拐紧。对，白黑棋快一棋，哎，这样的黑棋快一棋，那不他如果拐，有点机会了。如果接在上面呢，再看看他这样贴不着呢。接在上面，如果那个棋没有断，哟，他用一尖啊。他是小尖，现在小尖太，但麦也没走着啊。尖。尖有点松，断，
这两个没交换。哎，这要这有点要重新算。不肩他肩等于这边收气也没得收了。对，这边松了一气。松了一气，没什么事儿了。他只能他要求搬过是吧？搬过嘛，那就黑棋这一贴换成中间谁赢啊？不知道，破了。这个，这是不是要？这没变化呀，这个他只能。这不只能过去吗？只能过去，对吧？这个要断，对，只能过去。黑棋已经全通了，这没。哎，那这个很有收获啊。嗯，白棋还在单关连，还在单关连。这个拼搏的是有效果的，有效果的。不错不错，这个打掉。中间成了实木。对，白棋中间已经没木了。哎，白棋已经没木，黑棋中间围了实木，然后黑棋最后还可以抢到这个要点。对啊，点目了。但是我看这个胜率怎么感觉好像还是，那他还是很不乐观啊。那个是88还是98？九十八，那就没啥希望。那空还是不够，这样子都不够啊。嗯，还是不够。奇怪，这种时候只能信了 AI 的判断了。就白棋毕竟抢了两个大场了，嗯，然后这半边呢，还是等于差了十来目棋，对，黑棋的七八目加上白棋的目数，对，然后中央黑棋成了十几目，但他围了两个，他现在，嗯，他度过黑棋肯定要这个，现在该黑棋对贴，白棋大概忍辱负重，嗯，这得补一个，不补一个是真的死。其实从结果来看，黑棋是有收获的，是吧？女郎有收获，可是问题是不够，是吧？这点收获还不足以来这个逆转局势。这个胜率啊，嗯，有两点啊，我们看这个胜率，我的经验，其实咱们现在。讲棋也很少能够去从头到尾点目了。对，那个一个呢，他这个胜率按七目半算的。哦。嗯，第二个呢，到很后面的时候，一目棋是要差好几十个点的。我却知道，就是说他那个后面啊，他盘面比如说十五目，白棋是九十九。嗯。你盘面十目，他也是九十九啊。哎。对 AI 来说，它赢半亩，它也觉得很稳，是吧？所以有这个原因，就是已经很后半盘了。我现在不知道它是领先多少，而且未来这地方可能还有收气啊、打劫或者有一两目的那个有一点出路的。对，哎，现在白棋自己要连一下，这次要连的，黑棋我觉得应该是飞这个。嗯，飞白棋要不冲一下再跳过去？嗯。不冲一下的话，跳的话被人家冲了贴又打劫。对，冲完跳过。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从这个范廷钰从这个中间，掉，然后这种大跳，这一连串的变化进行下来，还是黑棋应该是有便宜的。怎么样？就是关键是看这个全局来看啊，这一点。收获够不够？好像要拐一下，打将吧，这是，顺便上面可以打一下，这样他可以，我有点想走了这，有点想团到上面啊。嗯，他挡住了吗？挡住了。对，这都是基本一样，这边还没动，嗯，就是走在那飞是跟我们预想一样。对，我们能看到 AI 的判断，其实他们棋手是看不到的。对，这个一定是把他们屏蔽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呢，你有时候为了一两目棋，你是会玩命的，那棋有时候就会翻船。没错。其实我们看那个胜率 AI 给的胜率有时候很悬殊了啊，最后就比如说只剩下零点几的时候最后翻盘，其实并不是没有，也有这种情况，是有，
当时我正记得讲棋的时候啊，有一盘挺那个，那他冲了，这个冲是防打劫啊，冲完多半是跳。嗯。冲的意思就是他想跳，如果单跳呢，他冲完以后呢，他这一拐。对。打这样一拐就麻了，这个打劫到底算谁家的？嗯。所以他宁可把这个冲掉。冲完以后呢，多半是一跳。七七，你看他这个断了，可能还要收气。有点味道，有点味道，有点味道。收气吃。这边最后的有没有机会掉到这儿？一波胜负。不给，给冲完多半要跳，不然没有必要。嗯，哎，打将，还打将，继续打将。这个这手打将也是，我估计他是不断的在这儿点目是吧？判断形势。而且那边的形状，一个是要点目啊，嗯、一个大战完了以后不知道怎么。第二个，你那个形状到底下哪？比如说能不能加？如果能加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跳一个是最普遍的是吧，最普通的下法。 对， 对，有没有更好的，有没有更好的，如果跳加，如果黑棋能掉到这儿，嗯，那有可能他可以走到这儿、还有一种可能可以加，我觉得不行，为什么，因为这扑了打是先手，这地方味道很坏，对，加多半不行，断应该也杀不赢，这形势好的时候有没有必要是吧，有没有必要这么冒险，嗯，多半是跳，但他再确认一下。嗯，读秒了，是不是跳到远一格安全一点？也有可能，但是你要控不过，这决断挺难的，跳到这可能目数会差一点点。对。嗯，哎，他是走哪里？哦，搬了一个。嗯，这线索。跳。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对，白棋的。先手全力，这里面也有他不光算那边，这地方要不要先搬是也挺为难的。但搬他可能也还要算个能不能反击打吃、嗯，所以围棋上是有点复杂的。他要算，如果搬这个下走完以后，这个搬就小意思了。对，这个再搬就说我虎过也无所谓，虎过也可以。但是肯定要被翻吃嘛，现在肯定要被翻吃了吧？现在搬肯定被翻吃了。啊、哦，他上面跳了。对，还是跳了这个。打了两将之后，还是跳过去了。当然你打将的时候，黑棋也可以想啊，因为他也是预料到你要跳啊。嗯。这所以黑棋在这个其实就最后这地方形状拿捏了。我觉得最凶悍的就是这一步。穿进去。啊。反正你看不清就是我胜利。穿到这。如果想判决形势不好的话，走一下没问题。黑棋也有很多将，其实这时候已经主动权在穿不穿已经在黑棋手里了。黑棋有很多将，这地方目数是到那个，就立一个最好，可能立一个最好，也就这样，就是立一个，立这个是守目的，立一个它提掉单提是吧？嗯，不急单提。不用急嘛，以后就远一个就拉倒了。嗯。哎呀，你是不是到最后还得我出手点点目？有可能，还是在点点目。不好点啊，他没敢抓。先把这边定型一下啊。啊。他没有点进去，小飞。其实现在只有那个AI 知道。到底怎么样？假设说冲冲得着吗？他现在断，要不然这样，于老，我们再把这边定定型哈，啊，跟着他实战，把中间这一带定定型之后，您跟大家判断一下形势。不好判断哈，这地方还有断呢，但明天就打死啊。
对，拐吃拐吃掉。拐吃，是它是拐吃。拐吃掉其实还是有棋的，明天一铺还有棋。现在还补吧？补补哪是个问题？不补。如果是补了这就有点缓，那补了这其实这下也不用打。嗯。那如果是补在外面，这有一铺。铺提叫吃。叫吃啊、哦，吃这个。嗯。有叫吃，如果叫到这儿呢，这手棋其实地非常大。嗯。明天你要不走，我挤完以后一挖粘，就这边也没棋，就你打完扳黑红，对，我觉得要吃到这儿。吃到这，吃到这个以后，未来这个断完以后的收气肯定还是要算在里面。嗯。断完以后还收不少气呢，黑棋不能，白棋不能把这个全铺紧了，铺紧了这段还有点问题了，有收气之问题。对，可以考虑啊，把这一步棋吃干净。嗯、看看，疑似小勺，哇！意思是说这个断吗？嗯。黑棋胜率有所回升是吧？回升也只有五点几。回升了三个点。哎呀，这个目数我点也难，他这个如果、哎、这个范大将军还在坚持，我只能是稍微点看看到底是这一目棋啊、嗯，因为他这个胜率是按照七目半算的，按七目半算的，按照中午位置算的。他现在能调吗？决议是不是也可以调目数判断？有可能能调。哎，他中哪了？冲一下，打将，打一将，冲一下没问题，冲一下没坏处。嗯，冲一下以后，这还有点小意思，挤完断死了，但是不好意思断死。哪个挤完断死？哦，这个。脱先，把那个，不知道。这个挤，这个如果团儿先手里边。啊，下边不是，这个挤这个可以把这三个四个吃，但是这块死了，对，下面死掉了。嗯，但是冲上一下，好处还是有的。我提到这，你这个立是后手，嗯，好、哦，立圆到这，圆到这还是火，问题不大。提圆一下。哎呀，我看，我觉得现在这棋是不是变细了？啊，还是变细了。如果是。非常细的棋，嗯，他这个不准的，因为六目七目半了，把这个吃掉，啊，把这个吃掉，嗯，这步吃本身我觉得很大。哎，不管怎么样，这个棋还是增加了变数，是吧？嗯，这个吃了以后，这地方就是现实棋了，有一段。而且你这个要不要打很难，不打的话，我有可能就挤了哇，粘这个目也很大，嗯，一下就，而且你这拐啊，把这个拐是撞一起的。跟这个对杀的时候，这样的话地还是很爽的。如果都收紧的话，对，这样，如果你打掉的话呢，对外面就又好一些。这个、可能再打掉，不打就是你不舍得，有可能这就是胜负了。哎，这个力很大呀！啊，对，白棋力掉了啊，这力可没办法，人家他没机会是吧？不是你走完没有用啊，走完人家一打还是不行啊。他上面必须得抢，不能抢一手。怎么抢？抢完没有用啊？没法抢。哦，抢完。抢完提掉又有用，抢完提掉还真便宜了。哎，那先挤完虎掉呢？他这个时候不打吃这个，先挤，挤完虎掉提掉，打吃就接上。现在这样，他可以把这个圆掉。嗯，两个也补到了，掉三目。嗯，现在冲了，冲现在可以退了。对，这一带当时这个。次序怎么样来交换一下啊？这一冲，这时机还有点问题。黑棋顶还没顶着，顶掉算了。这样情况下找时机顶掉算。现在棋我觉得也，哎，怎么白棋就一点几了？黑棋？黑棋也有。哦，黑棋去挤了一下。一样，是吧？现在区别不大了。我觉得挤亏了。
木薯亏了。嗯，你顶这个时候，它可以原来这底下只差八目，上面顶的话，黑棋总是要顶的。嗯，顶一差一目棋。现在顶它只能是底下粘回来两目、啊，这样子可能会多一目。顶到这儿的话，顶再顶它可以挡在这儿，底下有可能差一目，但底下你要得一目，就是白棋是硬腿了。对，也就是说黑棋靠那个扳，如果吃那三个的时候，这半边就没有目。对，你挤一下也不便宜。不便宜，我觉得应该单提。但问题是，我觉得现在白棋难下的是，白棋这下要不要打很难，不舍得。是考验。不打呢，味道肯定好，有一气。嗯。但是不打，被黑棋挤了一把呢，就木薯又亏了。随时可以定型木薯。我觉得可能还是这棋木薯是有的收的，他们俩不然那么严重。不是说就有些时候现在说那个看着棋啊、嗯、白棋90%几、嗯、黑棋只1%啊2%啊3%啊、嗯、但是有时候1%、2%、3%这个棋如果是细棋本身就说只差很少，再加上本身对他还差一目棋，就是他那个是按七目半算的。不清楚他是按七目吧，然后这个时候你又不舍得打和他认为是打掉好、嗯、这样的话是有可能有胜负的。有的时候不仅仅要单看胜率哈、嗯、他可能他虽然胜率很悬殊，但实际上可能这个目数上看那格局差别很大。对，要看格局。我就直播有一盘就是差了半目棋，就最后的时候四目关之后差半目棋胜率差了40个点。嗯，什么意思啊？他说朴廷桓超时了。哎，不可能的啊，是出现什么网络上的连接问题了吗？这个哎，就网棋就是有这种情况是吧、嗯？他希望你超时。他可能有的时候你连接呀，或者是什么情况？嗯，但是你要是说超时，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我们如果是这种面棋，面对面下棋的话，也有可能。他现在都自己摁钟啊，怕面对面有下棋的时候，如果那个钟读秒的时候，有时候很多棋手喜欢到8、9去落子。哎，有超时，我有的也超时过。我预选赛我也超时过好几回了。是吗？您是没摁过去、啊、还是忘了？我是上一招的时候没摁，然后呢该人家下了。人家呢找劫财，哎呀，这找半天没劫财了、啊，眼睛闭在什么地方放一个？我正是痛快把人家抓掉的时候，这个钟超时是我的钟超时。哦、啊，你已经落子了。我早落了，1分钟前落了，就是看人家想、哦，人家想了很长时间，然后那个什么，也就是上一次钟没摁过去。嗯，这个时候，最后你超时也算你输。哦，那有点冤啊。哎，这个是没办法，要钟你下完以后钟没摁过去。也算你说有的时候是钟有故障，或者有时候你摁了但是没摁过去，反正这种各种各样的状况，哎，这都算你家的，都算是责任自负，是吧？责任自负，你只有在最后的时候，比如说你最后你再重现，这个钟就是摁不过去。对，有的时候是摁不过去，你跟裁判申诉、你能够重诉，那你申诉的时候，结果说这个钟能摁过去就判你输、嗯。这个事儿不是，当然世界大赛上这么大的龙心杯没发生过，但是我们国际比赛是经常发生的。现在目前来看，好像现在在好多在协商，在协商。这个钟，哎，这个有点意外啊！这个出现一个意外，这种意外，你这种时候如果给时间，其实在竞赛中也是不公平的。你不必须判他输，不然的话呢，他那个这个时候，假如暂停5分钟、10分钟。现在他能够点清目数，他但有1分钟时间冷静的点目，是影响胜负的。不然的话，他比如说这盘棋啊，他现在一断，发现被黑棋一捞，他中间味道不好。嗯。但是呢，出不出手他算不清。对。但是假设他把目数点清，他就不需要在这个味道发挥什么作用，他有可能就赢了。他说他冷静的去回到头来说，在这个时候的这个形势判断很重要。形势判断清了，就把这个打掉。也不要味道了，味道我不要了、嗯、我打完以后把目收了，我就最简单、啊、但是你没判断清之前，你的味道都在流着、嗯、你不舍得打掉这个，打掉这个这地方就味道就没有了。对，现在目前确实是出现了超时的情况，中韩双方呢也是在紧急的这个协商之中。网络上超时可能鼠标不一样，我们平常正式比赛的时候有暗中、嗯，因为这个网络棋应该是不摁钟的，
只跟你鼠标点击的有关系，对，跟鼠标点击。就鼠标点完以后，没有必要去摁那下钟。但是像这种跨国的网络，中间万有延时啊，那不会的，你下了这边钟就停掉了、嗯。就是你鼠标点的时候，要不，但这种这我不知道，重大比赛上，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他们要磋商沟通一下。对，要不咱们听听听听那个咱们。我们还是刚才我刚才复述的不对。静待最后的结果。我说的是咱们就是正式比赛人跟人下的时候，对管理中的那个我们的一个态度。是面棋的情况。这种网络对决，于老之前这个最近的网络比赛好像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吧？网络正式比赛没有过，是吧？我们网棋经常有的。网棋肯定很多了，网棋超时那就是判。我们下十秒的棋，那是经常过的。不过这个一分钟的情况下，那也可能到八九的时候的八九这个时候，你想点鼠标，哎，我也有这个时候。嗯，他电脑突然跳出一广告。啊、哦，弹窗屏幕弹窗一弹出来，你八九的时候你本来来得及的，对，它来一弹窗，这我下棋的时候，这个一下子打乱节奏了。嗯，但是正式比赛呢，有时候电脑的维护好，这时候出一弹窗，你这是那是没有办法。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范廷钰啊、嗯，这个中间的追赶肯定是给朴廷桓造成很大的压力。现在这棋，这肯定还是目数追回来不少，嗯、虽然胜率现在很低。胜率很低，但是按七目半胜率很低，六目半就不知道这第一。第二个，你这下要不要打？我实在是现在是有点，现在不下子儿了，肯定现在要停下来了，停下来研究研究到底咋判呢？对，哎，这个如果说这盘棋最后结果就是按这个时间来判决，也是农心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吧？第一次，以前是自己摁钟。再过去是裁判摁钟，读秒，人工读秒，人读秒是这种事情都没有了。只要你把子落下去是不会过的。是，现在是自己摁钟呢，你落子以后是很有可能过的。是，甚至你落子了很长时间，你的钟没管好也有。就像您说的，你忘摁了是吧？自己落完子以后忘记了。说到这，我想去年啊，去年正好有元老赛，嗯，元老赛日本的元老林海峰老师，嗯。他就不太适应这个，因为人家都是比赛，都是有人有裁判读秒。那个时代是吧？在这个六超时代、昭和时代。但在韩国比赛，他那六亲不认啊，在韩国那个韩国办元老赛前几盘，林老师都是超时判。我记得后来我们没办法，只好替他摁钟。像林老师还有大竹老师、嗯，他们都很不习惯自己摁钟，是因为一直都是有裁判来帮他们摁钟。不是他摁钟，他是读秒的时候永远是对方读，对方读的时候，就像比如说你读到八九的时候、嗯，你只要只落下去，你没有那个摁钟那一下。人工读秒，人读秒，说老实话，你稍微到零的时候，人家那个不读出来。稍微读慢一点也能放过你。这个如果是裁判来读，真的把你读超时，裁判心理压力也很大的啊。那也有是吧？也有，但压力很大。那你说明你除非这个过的实在是太明显了，啊、明显过了两秒、一秒是吧？对，不是，他是那种，他也不是什么样，他根本就忘了。瑞老师下棋的时候有一盘很清楚，他下到七八的时候，他准备下了啊、不知道脑筋神经一惊，就不知道挑呢，又把棋子扔回去了。这个时候你再捡已经来不及了，他回到人家读了零以后，他才想起来。对。那可能是他脱了读出口了，那肯定是被判负了。哎，那肯定是要被判负了。但关于超时，是因为是竞赛嘛，这个是总是各有各，这是没有办法的。我预选赛，我可能超时过有两盘，最近一次就是跟日本棋手那盘，那个太经典，就是。前面一步啊，他下到，因为我棋很顺，嗯，那人家走一步，我很快就赢。然后呢，摁过去呢，你没摁过去，你是没反应的，因为你很快，等读秒的时候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就是他，你听见读秒，以为是在给对方读秒，对啊，是吧？就跟这样，因为对方前一步下的，你硬的非常快嘛，对、嗯，这你棋很好，下了很快，比如三秒就下了，嗯，这时候过了三十秒读秒，你很正常认为是对方读，对方对，哎，然后对方也认为是这样读，人家也很正常，然后他想了半天，最后该他下了，他就开始下棋，对，结果他就摁钟，摁不过来啊，对。所以这个职业生涯中可能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比较冤的时刻是吧、嗯、在那种时候也是在如果是竞技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是要判你败的并没有什么说情的地方嗯
像林老师这样德高望重的棋手跟我们下元老赛，前面两盘是连续被判那个超时判，在中途过了就是判输。现在这个中韩双方在协商，估计不会那么快出现结果吧？这个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办？他到底关键是我们现在也不清楚他到底是出现一个什么状况，是吧？有没有出弹窗？只是有没有可能断线了？如果真的是网络故障的，那如果出现网络故障呢？网络故障，他你下来，他这个钟就停掉了，然后传不传过去跟你没关系。就是他如果是断线的话，这边也显示他就掉线了。唯一就是你要不你就是你断线那一刹那。哎，我们看到现在现场的画面。哎，看一下。哎。哎呦，这个很懊恼的心情啊！他说能拍照，裁判在拍照，是不是当时出弹窗的那个？哎，有些流氓软件很麻烦的，他出了弹窗的时候，你关都找不着，把你棋盘上盖住，你怎么办呀？嗯，你读了秒，那真是，他弹窗他跳出来，这个应该不会吧？这个重大比赛，这个这个一定是要净网的啊。哦，像这种网棋的时候，他们是很多就是他们虽然是网络上下，但是不是和我们看到的这种画面是不一样的，是吧，于老？哪个画面？就他不是看到我们这可以有这个有这个解说，有棋友的这个评论，这些通通都看不到。他们不能让人家看到，绝对不能看到。嗯，专门开了个应该是像在那个比赛的时候开一个比赛的室，对，就别人专用的房间。小范现在还在考虑，对，在等待结果。但这棋已经不公平了。但他也在琢磨这个。不，如果接着下已经不公平了，但是你就看裁判判了。因为这个时候，假如再接着下的话，他对着屏幕看时间久了以后，假如目点轻了，嗯，那么这盘其实是已经影响了公平竞赛了。是，这现在的这个局面，你目点轻和不点轻，那差别非常大。就白棋要不要打这一下？舍不得他，如果目点轻，我就放弃那个，把这下步数打掉，他赢了。这个很无奈啊！现在看盘盘九段，你到底要味道还是要目数？还有你是不是中间还要折腾几下？怎么定型？或者他，或甚至他算清楚自己味道没什么用。其实平心而论，刚才这个现在这个局面。局面肯定里面还是对白棋有利，它虽然是有一些这个为难的地方哈，比较麻的地方啊，但是赢面应该还是白棋大。这时候倒是你有一个有用，就假如有新政，有新政的人呢，他能够判断赢多少目。假如说这棋他会判断白棋赢五目以上，对。那怎么都行，如果是赢两三步，这种打不打还有那什么的话，就是这盘棋还是好胜负的。嗯，这里面是迷，我也没有办法完全再点清一次目数。要不有空点点？可以，我觉得现在正好我们等待这个最终结果的时候，如果说我们简单一点，对对，白棋大致的判断一下，白棋打一下打掉啊，打掉是比较正常，然后呢，中间也不想着点目了。跳还是后手，这个得冲了，把这个尖住，冲能不能冲到不知道，算冲到，把这个尖住，黑棋只能接，这下冲也冲不着了，嗯，啊，然后接上，嗯，然后扔谁下，扔黑棋下，黑棋把这个提了，提大还是中间这还有出，这也不见得出得来。我们简单一点吧，算题吧，对，算题，大致来，然后呢，跳就把这个捂住，这样控怎么样？这地方应该算白棋爬到，算顶掉，冲就退，反正算这样，行吧？所以那样这是损一目，损一目吧，不管了，前面的事情以后再前面再说。嗯，这个断了，可能这地方还有一点不好点，嗯，不好点，可能要收气。嗯，这地方可以按照这样说，脱了狗掉，长猪吗？这个是白棋凑起来，应该飞了个差一目，飞它可以顶，
样，基本一样，就这样算了。啊，他打就打，不打算不打。所以蒸的东西很多，把切上切切切上切上吧。对，最简单的下法。嗯，这样点点看。对，大致点一下。嗯，这个地方。这个肯定按段算，便宜不少。他收算，他收三期算了，其实有可能要收四期。好，这样的话，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六三七三八十九，快四十亩。四十亩，这底下搬一下，靠就算顶住算了。四十亩，四十七。四十七加这三十亩，正好是到这五十、五十四，中间可能还有一两亩。嗯，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六亩。那我们再点点黑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十九，四十十一十二十三。四四四五四十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刚才你是五十六，一二三四五六，哎呀，很细啊！能白棋下啊？能白棋下，就盘面六亩，能白棋下，能白棋下呢？如果像这样呢？盘面六亩能棋下，白棋。假设一打一贴刚还从这两目就变成五目，嗯，它就三目，你就只有盘面三目了。嗯，但是呢，关键这个地方的目数呢，多收一期，有假如多收两期，你不但你少一目，啊，黑棋还要多一目，所以这地方的收气有点搞不清楚。而且这个其实落子结束之前还没有打掉，不知道会不会打。啊，你不打的话，你要留的味道，黑棋要打了袜子粘的话，这可能又有变数啊。啊，他可能不舍得。确实黑白棋要好一点，刚才那目数点完。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细，嗯，是吧？嗯，虽然胜率看起来比较悬殊，但是这个目数并没有差距那么大。就如果给他时间，像我这样，比如说我们这么点一遍，嗯，那么我就不要再让你挤了袜，中间味道留着没意义了，对，对，那我就打掉，然后冲了把这个，我只要算一下冲不冲得到就可以了。刚开始盘面六亩能白棋下了，盘面六亩能下这地方，走街长完以后，刚才打掉的确实收三七够了吧？就算猴到一二三四五六七三七，嗯，大概就那没什么问题，收三七够了。收三气的话，最后白棋把这打了贴住，这种只有盘面三目能黑棋下，黑棋有点难。刚才那个图黑棋难，难一点哈。嗯，如果再接着下的话，白棋把这个打掉，再冲了一尖柱，大概就难。嗯，就如果按照这个正确的下法。刚才我们对的这个就是我就不舍得打或者什么的，或者我这还不舍得守，我中间还想打了扳啊什么之类的。对，或者他有没有可能好像这也不行，但他肯定是不舍得，你一挤我被你吃了，在我心里肯定不爽。如果挤了挂粘掉，那可是差不少目了。嗯，可能是朴廷桓九段啊，这个判断点目的选择的时候，这个一下子，这是假设说，给了白棋时间，忘记了时间，白棋下对了，这棋也有是那个，咱们就从围棋啊，假设出这种事情是很麻烦的。嗯，你如果像你二十分钟，他们的水平，连我现在刚才这么点了一下，嗯，他对的棋盘刚才点目如果点清楚的话，对，这个决断就不，当时是一分钟一步的，对。你那一下你看了断，看了中间味道不好，那肯定了，你这个多给了这个几十分钟的时间。在这个决断的时候把目数点清楚了，那顶不住了。对，这个很多悬念是吧，嗯，就不能是悬念了，全都清楚了。现在就是看接下来呢这个结果是怎么确认是吧，嗯，这个超时到底是什么原因，嗯，如果是确实是自己的原因，那我觉得那要尊重这个比赛的规则。如果说是网络的原因，
是这个硬件的原因。嗯，那是不是有另外一种说法了？就不知道了。硬件原因，你要说有下这么多年，我的网期没有说我，说我下去，因为断线，嗯，导致我觉得没有过。对，哎，只有弹窗出来，我点不着了，只有的。还有点的时候点在棋子上来不及手忙脚乱的，非要熬到九点的时候，结果点歪一点，点在棋子上，那是进入点就不行了。但是也像您说的，现在如果说最后，假如说最后是因为网络的原因，那么现在这个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比赛的一个。那也没办法，如果真的网络原因，可能要接着下。也要接着下，那你怎么办？你要不判全部重新下，那也不公平，那也不公平，那前面我的作用都没有了。嗯。那为了相对公平，可能还是会让重启的局面接着下。对，啊，不过尤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也的确是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话题啊，这样的一个戏剧性的结果。嗯，嗯，好的。我们现在呢也是看一看韩国实时传过来的画面。我们看到好像应该是技术人员吧。嗯，在排除到底什么原因。有可能还得调试，在跟程序员去设计，他不知道怎么设计的。毕竟是这个世界大赛是吧，这样一个重要的节点。理论上讲，我是觉得是没有可能设计说我下完棋必须传过去才算听钟。应该是你落子，在你本机落子传不传过去都应该是把钟停了。不过现场它是现场有摄像头对吧，它是实时落着你的这个对着你的屏幕。那么也可以看到你是不是到底是什么时间落子点上去的。如果你确实有点鼠标的这个动作，那有摄像头，有录像，那就应该说得清，是吧？如果你确实是，你摁了鼠标没摁动，哎，会鼠标出现问题呢？鼠标出现问题，那我觉得理论上就是应该跟他们其中摁不过去。我们不是预选赛经常有的嘛？我们说老实话，我们棋手其实抱怨韩国的钟不好使。有这样的抱怨是吧？对，他们的钟跟我们的不太一样，经常摁不过去，是吧？哎，然后我们的钟也有一批，当时我们亚运会那批钟就不太好使，嗯，后来现在一批还不错，就是钟仪是有关系的。他这是，但是他不管的，他只是就是在线，你再摁，让你摁一次，摁得过去他就不管了。嗯，那你那个鼠标它可以也是应该，我觉得是应该跟这个一样，你鼠标当场摁一下再看看嘛，好使不好使？如果确实摁了十下，有那么九下，有两下不好使，那就那是可以。哎，有没有就是说用鼠标点的时候，这个鼠标故障或者是网络故障，你就点不上这个子呢？你的鼠标明明点了，但是它就是不显示。那就程序问题。但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是对，这真是第一次遇到的问题啊！但我现在我觉得成熟的网站啊，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他经久考验，他肯定是按照你落子，你在你的本机落子的时候，鼠标点击就把你中停掉。对。但现在就怎么说？现在这种比赛啊，就是各种机械化、自动化越来越先进，这个机器真的是六亲不认啊。嗯。我们人读秒的时候啊，还是有时候还是有人情的一面。啊，现在对两位棋手来说也是只能静待结果了。嗯。现在经过这个有20分钟了吧，于老，有20分钟的时间，我觉得他们两位应该已经把局面判断的比较清楚了。对，可以冷静的想一想。对，可以冷静的想想。当时其实是白棋最容易犯错的时候，因为这步断其实是有点臭的。嗯。他按照我刚才的说法，这两个不交换就赢了更多。就刚才啊，嗯，刚才那个图，白棋不，这俩不交换。就这个段和那个教师不交换，白棋的赢面更大。对，这个短时间内能出结果吗？啊，那我们其实还是想要给大家这个最好能确认最后的结果是吧？嗯。哎呀，这个今天的直播。进完棋啊，如果最后这样的画面，对，最后如果真的是超时判负的话，这也太郁闷了。在公开报道或者直播的时候比较少，但是我们背后国际比赛，比赛和预选赛的时候还是非常多的。对，我们国内比赛也是有的。
就农心杯啊，这个还是关注度很高，是吧？中日韩三国的擂台赛，而且呢，朴廷桓九段前面已经两连胜，如果这盘棋赢了，中方只剩下两元，这一对二，这个悬念就大增了。对，所以这个节点真的还是很关键的。嗯，但是说那个。比赛举办方来说，还是希望下到最后柯洁和那个谁拼啊、哎，这个主将对决是吧？啊、这个这样对那个肯定战术上对有很多话题。不过这个竞技体育啊，最会有很多的意外和故事。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一个，我们看到好像还是没有一个结论啊。不过是随着时间的这个延续，这个对两位棋局呢，也就所有棋盘上的一些迷雾，我觉得就慢慢都散去了。棋手们他们心里这是随着时间流逝，是优势一方肯定是划算的。对，而且这个停的确实蹊跷，正好是白棋下了一步，有点不，就是相对来说不满意的棋，然后呢想办法让它发挥作用，他在算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你很容易继续犯错误。说现在是裁判长正在根据中韩双方提交的这个视频，对，视频，就摄像机拍的视频来判断最后的结果。会不会有可能就是要中方的视频怎么样？有可能跟中方其实关系不、哎、有可能他也要看一看中方这边有没有显示，是吧？我们这一方，比如说上一手范廷钰落完子以后有没有及时传过去？那一封音，我们现在看到的棋谱最后一手是这个提，对吧？我们看到棋谱这157手黑棋提，然后一直到现在没有看到白棋的下一手在哪里。白棋现在等于在但是156都是50，对，白棋肯定是在打这个将，最后决定中央怎么走。对，中央折腾也是关键，倒是让白棋犯错误也不好犯错误，为什么？好像挺简单就不行。搬这个他可以侯嘛，没什么用，他是不是就是琢磨要不要打掉？对啊，要而且次序怎么走？比如说对次序，比如说这边侯假设有先手弃有的话，他搬，但是一侯好像挺简单，没有用啊。搬这个想官子便宜嘛？搬他不会吃回去。还有什么？还有就是飞这个好使不好使？飞一下，还有这下舍不舍得打？你想冲不冲倒是没关系，好像不冲也没关系，不冲有没有关系不知道，单尖冲有可能冲不到，那不冲不冲单尖，如果但白棋我觉得最简单还是就单辅，当时他不舍就那个像范廷钰这么冷静的一小飞，他以为自己控不尖的够呢，所以白棋在这地方动脑筋断。对，断呢其实黑棋收了官子以后，这边你没招你肯定不乐意啊，你就跳一跳刚才那个图，你虽然是赢但是你肯定不乐意，所以这白棋可能是当时单尖这个，现在断完以后要不要先冲，这有点算了，冲黑棋我觉得有可能能尖。不是这个不用急着交换掉吗？他会马上挖吗？暂时，但你看一打，我打有可能是后手哎。哦，刚才我们的不对，那打不一定打得着啊。打这个扑就已经没用了呀。打这个不见得打得着。这些都是没有交换的，是吧？啊，这些是没有交换的。这些刚才我们刚为了判断形势，我摆了好多者，这俩也没有。我们还原一下啊。这样，那这个字也没有。还原一下现场。这个也没有。但是为了点目方便加的。对。刚开始我们简单收下来是白棋稍好。嗯。那白棋要达成这个目的呢，有那么几个难点，这下打不着打不拉着。第二个这个冲是不冲得着我不知道。冲尖再冲。有没有可能黑棋这中间有没有用啊？如果没有用的话，黑棋往里头尖，那就又变得很混乱了。是你急死了没有？先起的黑棋就退呢，已经过不去了，
所以冲冲的这不冲有没有关系？不冲单尖，单尖你中间要不要做点思想工作？不然他唯一的关系就是冲完这个几是先手，嗯，围住中央大不大？好像也不大，不冲好像没关系，我的水平觉得没多大关系。白棋肯定这什么都不走最好的，这样最好。对，现在呢，如果你单尖，刚才黑棋把这个挤的袜粘了，就不一定了。对。那打这个还是说明还是有变数。有时候你打这个是后手，因为这边我扑死我了。对，因为这个已经相当于带小，就剩一气了。啊，然后黑哎，白棋会黑棋可能往里头冲。哎。最后的实地又给你挖掉。有可能是吧？嗯。哎，他是不是有可能再考虑这个问题？这个打不打得到？也能不能打得到？哦，这个看来这个打比我们刚才预想中要复杂，要复杂，要复杂。但是就是白棋全部走到也就是盘面六目能白棋走。六目很细了，六目如果真的是六目的话，六目但是黑白棋走先先手是吧？蓝白棋下的六目，对白棋还是要好。嗯，啊，但是现在还会接着下吗？这我这裁判我不好说，这再下对范廷钰是不公平的。哦，哎，我看看这个说啊，我看这个网上也可以判断这盘棋从下也是从下，这你从下可以吗？从下也是可以的，也是我觉得也是一种判法吧。哎呀，好，这个掉了，你发，来帮忙，嗯。天都不老啊，看来可能是要比赛结束了是吧？这样，不过我觉得我们现在欣赏平心而论，欣赏他们两个人的表情是我平心而论，我觉得让说朴廷桓真的就超时了，没有落子，我觉得不应该像是一个高手啊。我就怀疑，假设说有弹窗出来，这算谁的？身经百战的这个棋手来说，如果他这种大比赛没有落子超时了，确实是还是很罕见。我就不知道电脑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现在不知道。他这字你看见吗？有人评论说他们肯定也不知道，估计跟我们差不多。我是怀疑会不会出弹窗，你觉得不可能是吧？我超时，这晚上超时，那个弹窗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弹窗出来的，那这个应该是、这是要防备的。对，这个一定要防备。这个一定要防备。嗯，那这个准备工作确实是不能出这种乌龙啊。那电脑，你万一真的出弹窗，嗯，棋手很无辜啊。对，但是这个出了弹窗。也不能不判你说这个就要中，我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判啊。我刚才听导播说，好像一会儿会给我们传一段这个那个视频，韩方对韩国方提供的现场视频画面，嗯，看看当时到究竟发生了什么啊。回到这个案发现场啊，这个直播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嗯，还是我是第一次遇到。对，就是正常下棋的时候，对，因为超时判。哎，我们现在看一下，他提啊，上面提可以看到，现在是啊，韩方提供的比赛监控视频。你看上面提，看听声音，有声音吗？我们听到没有？我这边听不到，没有声音，只有画面。看，他因为一分钟一步嘛，那个黑棋提了。对，看到现在上方，他上方是提吗？那一点？我估计朴廷桓在点目。可是我们听看不到他的这个时间是吧？嗯，听不到，我们听不到他声音。嗯，但是他在点目，你看他的手指不停的动，像是在点目。所以这个时候给点目的时间是很那个什么？对，那个开始读秒了吗？我们听不见。他现在落子了吗？没有没有，现在还一分钟可能还没到嘛。他是最后五十几秒，五十秒开始读秒了嘛？对，一分钟。金杯是一分钟的一次，哎，没读秒。哎，你看他突然弹出一个框，应该是判负，超时判负的框。但是声音没响。但是他刚才落在哪儿了呢？我没有听清啊。
没下棋就根本就，但是都没，这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声音是吧？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听到声音没有，我们听不见。我们没听到，是，应该我观众应该。观众朋友应该能听见吧？可以再往前看一下吗？能。哦，这个听不见啊。因为我刚才看到了这个提调之后的这个现场画面，对对，但是确实没有看到棋盘上有落子的表现。对，没有落，我觉得他根本就没落。我们再看一遍，就是有没有，就当时是不是程序没读秒就直接就判他输。我们现在看看啊，就是我们现在看上边那个黑子是吧？是提的，他正好和我们他准备下棋了，是180度的，180度的旋转的这个声音，不知道读秒应该有声音的。哦，难道这段时间没声音了？观众能听到声音。啊，你还没动鼠标，在点目。在点目，你看他在点目，好像。啊，没拿鼠标，鼠标靠这样点肯定点不准的，肯定要手握着玩。是。他那个开始读了没有？不到现在。肯定在读，现在。在读，他应该准备了。哎，他手还放下了。现在几了呢？不知道啊，你看他手放下了。而且，对，他现在手放下。手拿，鼠标在哪？哎，那就是有没有读秒？只有一种可能，他确实没下子。就是我刚才看到这个，因为他那个下面那个字把手挡住了。我看他手确实在鼠标，手是在鼠标上边，但是我们知道下棋的时候他要必须要按一下，按一下要移动一下，你那个手一定要点击一下这个鼠标的左键，对吧？嗯、但是我。角度我还是没有看清他有没有点，这个动作太细微了，这个不容易看。我听不到那个声音，对，不知道这个评论上有没有说、当时有没有听到声音。这个好像确实不太好判断。有可能，我们不好判断。如果说确实从头到尾就没有声音，他们有现场是有声音的，就98都开始读了，现场有声音，现场开始读了以后他肯定有声音。如果有声音，落子肯定是不行的。好无奈，朴廷桓。哎，人有时候，如果是那样的话，人有时候是要不吓得开小差了的嘛。我跟你说过例子，瑞老师跟我说，下到七，读到七的时候还准备下棋的。嗯。但这时候又把棋子放回去，他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这个人家人读秒都只能判他输。对。有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就走神了，或者怎么样，是吧？这个。刚才那个画面可能我们现在评论上不见得 对，不知道当时是有没有读秒声，这个也有可能是从头到尾就没有读秒声，突然跳出来判他输。是，这个要交给仲裁来判断。还是刚才开始的时候几点了？有没有可能朴廷桓刚刚进入读秒？不可能吧？第一次读声音都不知道。不可能吧？那不可能，早就读秒了。应该早就读秒了。早就读秒了，对。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了，嗯，也正常。这个谁来判？没有确认，当时是确认需要时间也正常。到底是没有声音，还是朴廷桓像瑞老师那样，就是当时是想开小差了，还是机械就没读秒就直接就判他输了？有没有可能？那如果他没有落子，那肯定要判输啊。但是没声音啊。那肯定有声音啊，这个我相信一定会有的。你如果他真的是没有落子，那没话说，你要尊重规则。如果说是落了子，现在问，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在讨论，他落了子，但是呢，落不下去，没有落下去。我觉得啊，我判断是这样子的，肯定是在争论这个事情。那就鼠标正好在边上，比如说尖一个，他一直在这儿了，就鼠标已经还有可能啊，这个鼠标摁的时候那个力度不够。也有可能没落子，对吧？如果很紧的时候，有时候你他要，对吧？那个点击右键，那是棋手的原因，那就棋手原因。但这个时候，就像我摁钟没摁过去，都一直算我的。对，你的鼠标比那钟好摁啊。所以这个现在的焦点就是，究竟是这个机械故障，还是人为故障，还是人为的原因？如果鼠标故障，可能性非常小。如果是棋钟经常也是有故障，那如果是这个机械故障呢？那怎么办？机械故障，你能证明重现机械故障是判接着下呀？就像那个钟，我们如果最后证明这个钟摁了就是不好使，可以重现，摁下去就没反应。那现在就是接着下，对，接着下，接着下啊、实际上，如果接着下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悬念了，是吧？啊，经过这半个多小时，
这个岩石，那其实我们已经算得很清楚了。确实，这个钟它也不可能先弄坏了以后再故意延时间，也不可能。对。但是机械鼠标说招招都在摁的，就这一下摁不过去，你没法证明了。嗯。鼠标坏比钟坏的概率要小得多。啊，不管怎么说，这个第二十一届农心杯第十二局啊，这个一定让大家印象很深刻。尤其是在现在这个体育赛事都停摆的情况下，是吧？嗯，这个是不是要成为一个热门新闻了？如果是中间什么的，可能会有很多的评论。对，而且这个是最后主将之战了。对，韩方主将是吧？因为现在我们收到的信息呢，还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信息链，是吧？因为刚才我们现在在这听的时候，刚才播放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那个画面了。嗯。但是，对我们，因为为了不影响我们讲棋嘛，他没给我们声音。我们看不到，对，我们听不到声音。我们看到那个画面，画面刚才重播那个朴廷桓的形状来说，我觉得不知道他当时，机器在不在读秒。对，如果没有读秒，直接判他输是程序问题。嗯，也有一点点可能性。读秒肯定是读秒了。你肯定之前就读了。读秒之前读他，要不他之前从来就没进过读秒就下了，没可能吧？他从来不知道声音有声音这一说，这个机器调了没声音，静音状态。我觉得应该读秒应该是读了，就已经刚才就读了很长时间，就刚才已经是3:50。大概3:50的样子啊，进行了2小时50分了啊。，如果读秒一直在读声音也都是有的话，突然程序说那应该是肯定是早就进入读秒了。程序突然就不读，就是说突然就不读了，也不太可能啊。我觉得读着突然不读了，那应该也是有声音啊。嗯，应该是有声音。争论可能就是在他落子究竟有没有落子，有没有摁那一下，有没有摁那一下。摁了，我觉得即使没过去，你要只能是证明那鼠标。但是刚才从画面上来说，真的又很难去判断，是吧？从我们这个刚才看画面的角度来看，但是其实你摁了，摁轻了。如果是摁轻了，嗯，就是你摁钟摁轻了，那也是人为的，也是你的责任，对，也是棋手的责任。因为我们把鼠标等同于钟，对，我们钟摁不过去是你的责任。我也犯过这样的错，比赛的时候就是摁了以后摁轻了没摁过去，哎，算你的，算我的，没办法，判你输的。竞赛就是这么残酷，没有地方好讲道理。假如钟，然后你说你胜诉说这个钟不好使，对，摁不过去，那你马上就给你摁。你如果摁下一次摁得过去，就算你输。是。所以有很多这个有经验的棋手啊，嗯，这个读秒的时候，他一般尽量不在这个九秒的时候再摁，而且摁的时候他先摁连摁两下，连摁好几下，连摁好几下。他有一批钟啊，他不摁着就钟箱那位置斜的这么摁啊，嗯，他是过不去的。有一批钟。嗯啊，这个是每个钟的那个有生产质量不一样。还有一个我比较不喜欢那个韩国的钟。嗯，韩国的钟。你看朴廷桓这个看那样子露出苦笑是吧？嗯，可能是要。哎，于老，像这种一种今天这发生是超时，如果说滑标怎么算呢？滑标是鼠标点错了呢？那你是这是你围棋水平的一部分。鼠标点错了，你鼠标点错了也算是吧？对，那就只能继续下默认。对，不管你点在什么位置，嗯。啊，你要说像高科技比赛这些，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后来你要拔招，你怎么也说不清楚。是啊，这个滑标你只能算你的。所以这网络比赛啊，和这个面对面比赛都有各有利弊，是吧？你面对面比赛是不可能出现什么滑标这一说。对，我们现在围棋竞赛为了那个节约成本或者方便呢，实际上都是就不再用人来读秒了。嗯。啊，这里面就会有一些硬性规定，你有时候冤了真是没有办法。对。那个机器是真，它就是冷酷无情。嗯。它9和10之间它的
间隔是一模一样的。对，人读的时候啊，读到八，不知道你做过裁判有没有？有有有。哎，一般来说，如果对方年纪大一点，你这个八九十这三个字距离啊，你可以稍微长一点。我记得我小时候做裁判的时候，就是给高手读秒，读到前面都是语调很正常，一二三，读到六七八的时候，他还不落子，我都急了，我声音都会不由自主提高。那个时候，你假设说对方不是因为下午六小时把中右棋子扔回去，他。但凡他真的是完全朝下，其实只要他手已经放到棋盘上，我肯定就不读了。对，就是这样。是这样子的啊、嗯，你就是你这个人工读秒，你真的硬生生把棋手读超时，我觉得对裁判真的这个也是一种心理压力。该读，我们说规则来说，该读的还是要读。在、我们裁判守则里面培训的时候是有的，是哎、是应该也有，但是真正在执行的时候呢，你。酌情慢一点也是可以说，而且特别人家下九的时候，他真的在那下的时候，对对对，你没有必要判断他是不是真的已经落到棋盘上，他是已经在那个在找怎么就算了。对，他不像机器没有感情的。机器是，而且本身也慢一秒啊。你下完，他还特别规定，你不能换一只手摁钟，很严酷的。拿只手落子下棋，拿只手摁钟、是这么要求的。对，而且你还把纸还得提了。对，就是你下完棋把纸提完。同一只手摁钟，一般是放在这个其中，放在左手，就白棋的方，对，就白的一方，白棋方的右手边，对，是就是你下黑棋的话，你黑棋就是说右手下完，你要除非左右手，你下棋的一手就不用下棋的那手手摁，不然是判输的。有的时候是可以提抗议的，就他这个读秒急的时候，他好比说右手下来棋，然后左手赶快去摁钟，警告一次，肯定要是对，你可以提出警告。就是要警告第二次就输、这个他们那个韩国的很严格的，我们预选赛就这一被判输的。他是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判负。对啊、但他规则很，我们那个有一位小棋手，不知道韩国的规则，第一下是把吃的纸啊还给人家，警告一次，第二次呢就中这时候摁那时候摁。就被判负了啊、这就是这个规则的一些细微之处。我们中国规则就是提了子，现在提了子没有说要放在棋盒里这一说吧？我们没有，我们没有这个硬性规定。对，我们没有这个硬规定，就是说必须提完子必须还给人家。我们中国规则应该还给人家才对啊，因为我们最后数棋，我们是不需要把那个死子填空里的。然后韩国的规则呢，你提完子儿啊，你还给人家属于犯规。对，那像那个读秒的时候，我们中国也有这个规定，是不允许。但是呢，我们中国呢是最讲究的是叫民不告官不究。就是说对方没有提出异议，比如说你偶尔一两下，你下棋的时候和那个摁钟的时候不一样没关系。在韩国比赛是有寻常裁判的，寻常裁判就判你那个犯规一次。对。但我也被警告过，那你不小心你就下棋的纸。和下棋的手和摁钟的手不一样，不一样，也被警告，被警告。如果第二次就判输了，这都是围棋比赛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啊。我们谈到这个，就是说大家要尊重规则，要尊重规则，尊重规则，而且特别是像现在进入机械化时代以后，对对对，哎呦，那个机器声那真是，哎呦，太冷酷了，他才不管你，那个他读出来，你的钟没管理好，就算你输。即使你的已经扔对方下了，你下完很长时间了，但是你的钟过了。对，您那次太冤了，下了棋。他同样也有不太冤。跟你说，去年那个我们元老赛的时候，林老师，那得冤的多了，盘盘都这样，连续好几盘，对，都是超时盘。这有停一手的可能性吗？就是判罚、除了被判负以后，有没有可能停一手？这条翻中国中韩国是没有的，但是中国围棋规则中国围棋规则提做劫是罚一子停一招，对，韩国直接判输，但是这个超时好像没有罚一招这一手，是，这手停招肯定白棋输了，对，停招和判负也差不多啊，但有些局面。我们中国好像有过一段时间是超时是犯停一招的，停一招真的有赢的时候。其实这盘棋有可以。这盘棋如果真停一招的话，停一招黑棋赢了。也是对。黑棋赢了。也不最后一个对这个被破肯定不够。对。最后这有十几目了，这
这一块空最后被破，最后的事情我破了，嗯，肯定不够。不过从现场画面来看，弹窗这个弹窗的这个侧向背，这个是对，不是弹窗的原因，应该不是弹窗的原因。亲密朋友们可以排除了，要注意弹窗问题，对，要可以排除。嗯，究竟是？我觉得应该是朴廷桓，应该他会主张自己落子了，要不然不会这么长时间，对，逃了这么长时间。他认为那一个鼠标就他点了。如果说他是自己是确实是因为没有听到自己这个误时延时了误时了，我觉得应该就早就判了，对，就应该判了。那一定是有争论的。如果是他声音假如有，你鼠标确实点了，嗯，那只能是判你鼠标点的不够重，那跟其中。摁不过去，我的理解啊，咱们不是裁判，听裁判的，首先是，那么我在边上说，我觉得是应该，验证这个器材，也就是验证这个鼠标是不是有问题，嗯，不然的话，因为这个，假如说你说伸随便这么伸说，下了鼠标没过去，你可以假装摁得轻，然后延时，这个是不能，就是未来为了杜绝未来的那公平问题，好。我刚才听到导播给我们消息，现在恐怕这个仲裁结果这个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还对，可能短时间内还出不来，所以呢我们呢今天直播就先到这里，暂时先到这里，过一会儿呢这个随着这个比赛最终的结果出来之后呢，请大家随时关注这个围棋天元的公众号，会给您实时的报告最终的结果。那么今天的这盘棋究竟结果怎么样呢？还是一个悬念是吧？嗯，还是一个小小的悬念。那今天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一起欣赏了这样一个很有故事的一盘棋，是吧？也见证了历史，见证了历史，真的是见证历史。今年见证历史太多了。好，那非常感谢于老师、于斌老师做客演播室，哎，很辛苦啊，和我们一起这个是今天是这个直播时间最长的一次。对，好，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那我们随时关注最终的结果，我们下次再见。再见。